帅哥，帅哥啊，总招呢？好。院长再等个十分钟好不好？我们的那个书记长还没到，刚找文清。不会啦，这个很简单啦，预算审查，已经跑一天了。爱五郎弟，一人你决定就可以了。外交委员会500几案，那很快啊，早上应该可以结束。那早上结束，咱就休息十分钟，就财政啦。无啦。好，来，谢谢，谢谢。谢谢啊。那么，我们今天早上是审议外交部及国防部啊，就是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相关部会的预算。那首先我们要审议是外交部的预算。我们现在外交部李部长啊也在现场啊，还有主计处的黄处长啊，领事事务局代局长中代局长啊，那哦这个是外交部了啊，下来在后面就国防部。那在处理预算之前啊，我来处理一个程序问题。我们啊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预算协商提案。有一案为机密案件啊，那么该案的主管机关为外交部，那么要跟各位啊，那我们跟外交部沟通之后啊，然后同意照案通过啊，不知道各位在场的委员啊，党团同不同意？照案通过，然后提送院会处理，好不？这机密，不然我们就要清场，剩下我们委员呢。那个高金的啦。好，嘿，这个院长原则是没问题，这个是在委员会都有审过的嘛。对啦，哦，然后都有共识嘛。对对对。哦，那委员会审过有共识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好啦，哈，好，那我们就同意照案通过，送院会处理哈。好，这个机密案件我们就这样处理。来，我们第一案是怎么会是主决议？哦，修正后改主决议。来，第一案是。先看第一幕。第一幕，但是你这个有照幕来吗？有第他一定咱赶快，咱就第一幕，而且第一案到第十五案都第一幕。好，来，我们。先从第一幕开始啊，第一幕是第一案到第十五案，然后来请宣读。宣读。第一幕一般行政，第一案经沟通后改为主决议。第二案经沟通后改为主决议。第三案，临时人员酬金875万9000元，删除二分之一。第四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第五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第六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第七案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
第八案，水电费较上年度增列71万元，删除1/2。第九案，通讯费较上年度增列2251万8000元，删除1/2。第十案，资讯服务费较上年度增列508万5000元，删除1/2。第十一案，经沟通后改为主决议。第十二案，资讯处理编列临时人员酬金，873000元，全数删除。第十三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0万。第十四案，一般行政减列1074000元，冻结150万4000元。第十五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减列2000万元。宣读完毕。好，那么第一案主决议的部分，这个做文字修正之后，外交部能不能接受改主决议啊？好，第一案那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二案改主决议啊，提书面报告，这个能不能接受？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案，那第三案这个一直第三案这个临时人员的酬金，你删除1/2，他们未来的业务要怎么进行？这先保留。然后那个第四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冻是应该没有问题啦啊。第五案也是冻结100万啦啊，提书面报告啊，这个也没有问题。第六案也一样没有问题。第七案冻结100万啦啊，也没有问题。第八案删除，这个先保留啊。那个第九案也先保留，第十案也先保留啦哈。那第十一案这个因为那个主决议啦啊，这个没有问题，不过不要两个月内，应该是下会期啦。我们昨天两个部会那个委员会都改下会期，因为两个月我们搞不好都刚开议，你要来报告也不行啦，所以下会期内啦啊，提书面报告啊。这个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啊，未来有下个月啦，两个月那都改下会期啦，好，因为下会期，因为在一个月，这个下你一个月内我们都不一定开议啊，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过来啊，所以十一案这个也改主决也通过了啊，十二案这个先保留哈，那十三案这个嘞，冻结500万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一般行政，冻结500万，这个有没有问题？这可以接受啊。十四案，冻结100万，十四案是冻结100万吗？啊，减列多少？减列1007万哦。这个，那十五案，减列2000万。这样子的啊，我们大概好来撤案，十五案撤案了啊，十五案撤案啊，好，谢谢洪军委员哈。那个我们外交部也是非常辛苦了啊，我们是不是简略的部分全部改冻结了啊？三简哈，来曾委员，好，谢谢院长。大家都辛苦了，尤其院长昨天到1:30了，谢谢。那有关外交部的第一幕的部分，我没有意见了。不过部长既然来了，我想跟你请教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了。因为两岸关系现在从维持现状到现在陷入僵局，那我要请教部长的是，现况我们整个外交的情况是不是？有没有哪个地方亮起红灯？比较危急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现在我们的外交情况都非常的稳定。
啊，这个政策现场问题，我想请部长说明一下，谢谢。好，来，部长你说明一下。院长、曾委员、各位委员，大家早。刚才曾委员垂询的问题呢，我想应该这样子来讲啊，这个北京对我们的这个外交的打压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歇息过啊。即使过去在休兵期间啊，这种打压也是在台面下，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当年留在巴拿马、留在多米尼加的人呢、啊，始终也都没有撤离，一直只是在暗地的在活动。那当然，过去一年八个月以来呢，这个情形呢，让他们的活动啊，在我们的邦交国里可以越来越浮上台面，所以这个压力啊是始终是存在。那当然，过去一年八个月多来，我们也非常的努力啊。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子讲，每个国家的情形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是相当的稳定，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长期的，很多我们的计划是普及到他的这个到一般的人民，所以让整个国家有感。但是呢，也有的国家恕我比较直言一点，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治理啊，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也因此呢，这个可能即使一般的人民受到了我们的援助计划，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善意，但是呢，上面的少数的人呢，可能为了他，或许他私人利益等等啊，他们会有些其他的想法啊。那这里面呢，我想也是每个 case 不一样。有的呢，你可以看得到是有这个北京方面在幕后运作，有的其实也未必，有的我看是当地的这个政客他自己的这个私欲作祟。那当然就是说是对我们的在第一线的大使跟同仁来讲，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是不是？这个我上次去看了一个国家，我们大使一下子瘦了7公斤。我几乎都快不认识他了。那当然就是说部里呢，我们也有同仁，也是对这些区域也都很了解，长期在那边服务过，所以在我们国家有限的资源里面啊，如何把这个邦交能够巩固啊，让他虽不满意啊，还可以接受啊，这个跟政委员报告，这实在是个艺术。讲老实话，对我来讲是，我是每天看着各外馆的电报啊，有时候真的是心惊胆跳。这一类的类型的国家的数目多不多？大概不是很多啊，但是有一些是潜伏性的，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可能在未来的一年中间有选举，这个选举中间呢，常常就会有一些变数。是不是有些比如说是这个执政党的跟我们维持关系，那反对党的这个候选人就会说，哎，等我这个选上了以后呢，我就要考虑跟另外一方跟北京方面啊这个建立关系等等。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压力是始终都在的。那我想应该这样讲了，还是目前来讲啊是可控管范围，我可以用这几个字，好不好？谢谢部长，谢谢。好，那我是不是建议了啊？因为第五案就照这个提案通过了啊，第六案刚才也照提案通过，第七案照提案通过了啊，八九十十二十四啊，那冻结10%啦。送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啦，好不好？因为外交是很辛苦啦，啊，好，那我们，啊，就是我刚才念的几个案子啊，十四案，我问一下好不好？来，您说，那个部长请教一下哈，就这个今年通过了，总统预计出访的这个行程里面啊，第三，他整个预算的规划还有交通的规划，这可不可以提早提出一个计划出来？因为对于这个去年他这个租用这些
这个客机啊，其实在过去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嘛。那当我们理解说，元首出访，我们安全性是最重要，而且是最高等级。那只是说，我们站在预算的这个立场上，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有一定的先前的一个规划。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部长来说明一下，说今年总统出访的行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不好？我想跟院长、徐委员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啊，我想大概呢，这个一年我们的预算中间呢，大概元首出访大概是最多两次，啊，那当然就是说是看去什么样的区域，会在这个费用上呢会有所差别啊。那上一次因为去南太的，因为整个它的国家的这个环境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啊，虽然距离不是那么远，但是花费反而比较高。因为像上一次我们就换了三个不同的机种，并不是我们喜欢换，我们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机种从头到尾。比如说像我们去中南美都是波音777，这个来回都是这样子。但是问题像南太这些国家，它的机场根本不可能，是不是？不但说是777，就是我们还要换三种不同的飞机。那今年呢，我们还是原则上是规划两个元首出访的行程。当然这个最后的决定呢是元首他本人的决定。那外交部的职责呢，当然就是跟他分析我们今年有几个可能性，这个每一个可能性，每一个出访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利益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去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不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害，然后当然是这个总统他做最后的裁示，那外交部当然是负责这个推动执行。好，谢谢。那第一幕啊，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宣告了啊。第一案照案通过，第二案照案通过啊，第三案冻结10%，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第四案照案通过，第五案照案通过，第六案照案通过，第七案照案通过，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啊，冻结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1案照案通过，12案冻结10%，提报告后使得动之。13案照案通过，14案冻结10%，送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5案撤案，好、哦，好，那第二幕，第二幕来。好，14案来，14案我们保留，14案保留，好，好，那个李部长你要谢谢德胡兄啊，好，好，来，我们第二幕16-19还有56，来，请宣读。第二幕外交管理业务第16案，外交领事人员进修，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17案。外交领事人员进修，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第18案，经沟通后改列主决议。好。19案，经沟通后改列主决议。来，那56案，第二幕外交管理业务编列新南向政策经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元。宣读完毕。好，那这几个案子外交部都能不能接受？好，那我们就都照案通过了哈，第二幕照案通过。来，第三幕是不是外机构业务？那通案的在哪里？通案的在那个第四幕。好，来，我们进行第三幕。第三幕是25-51，20-24，来，20-24，来，请先读。第三幕驻外机构业务第20案，临时人员酬金删除1000万，另冻结1/2。第21案，临时人员酬金，冻结1/5。第22案，驻外机构业务经沟通后改列冻结800万元。第23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万元。
第二十四案第三目驻外机构业务减列3000万元，宣读完毕。啊，对不起，没有沟通了。后来修正后，第二十四案修正后减列100万元，科目能自行，科目自调。好，好，那二十案、二十一案，都兄，我讲啊，冻结10%啦，哈，来。冻结10%，20%、21%冻结10%，经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哦，多谢你。21案，那冻结800万，这个可以接受了哈。里面有很多统三的部分呢。那是在第四目，第四目。24案啊、哦，这个你们有沟通过，就是冻结300万啊、哦。过了过了。啊。23呐、啊。哦，23案是冻结300，24。是冻结100万，那三减100万，然后科目让他们自行调整，可以的啊。可以啊。好，那就照案通过。好，来第四目，第四目啊，来25到51，还有62，来请宣读。第四目，国际会议及交流，第25案，列入同三办理。第26案列入通三办理，第27案撤案，第28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9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0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1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2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3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4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5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6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7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8案列入通三办理，第39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0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1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2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3案撤案，第44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4案看一下，他是沟通后改为主决议哦，那就要依主决议办理啦。好、哦，主决议就你们44案的主决议，这个同不同意？看一下，你们看一下第40案。国际会议及交流计划下，没关系，那你们先看一下啊、哦，来第45。第45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6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7案列入通三办理，第48案改为主决议，19也是改为主决议，第50也是主决议，第51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0万元。来，然后第62案、啊，还有一个62案哈、哦，好，来62案列入通三办理。好，这个这里面的第四目的经费啊、哦，都是奖补助会的啊、哦，所以都通案办理。不过有几个案子改主决议的，你们有没有看了一下？看清楚啊，那个第46案开始啊。哦，改为，44案，44案开始哦，44案哈、哦，改为主决，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哦。48、49。啊，这个有没有问题？48有没有问题？看一下哦。48案改为主决议啊！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好，那你们可以接受就改为主决议哈，那就通过。那49案同意。好，那就改为通主决议，那就通过。那50案主决议同意。好，
那五十一案这个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可以哈。好，那就第四幕就这样子处理哈。啊，来常总。今嘛收五下加的这个并入通三办理的，那个那个有比例。你讲整体的第四幕的整体都有比例。来安尼，嘿。都有比例，不是，但是安尼足奇怪，噶不是？因为那个那个都是奖补助会，就是统统案统三呐、啊。对，但是它奖补助里面针对不一样的这些单位，其实我们应该要针对不一样的单位来讨论、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哈。那哪对哪一个单位特别简略少一点啊？每一个单位都来找你们呐、啊。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不？所以统三就是要全部由。嘿，额度大，额度是安怎算？啊，额度就是最后我们看总共其他非统三的部分删减多少？那我们大概这一个年度，我们预计大家啊、各党团希望减列多少？那就在讲这个统三的部分做出。我想我还是要表达一下而已。没有，那个你可以啊。院长就第几案？你说明一下第几案？嘿，我就是其实从这个从前面的这个29哈，到后面这个其实45之后哈，就大概从25之后啦。我其实我也是要跟我的立场讲，别跟你讲，因为上主要是讲，因为我感觉外交这个工作哈，对，其实他对跟现在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很有关系啦。譬如讲过去，这个我们其实从去年。政府包括外交部部长在全世界国际的场合里面所做的关于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这个声明跟论述，跟过去马英九的时代就不一样了。去年甚至于包括部长都还有写到2758决议文是不没有处理台湾问题到这个层次。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全世界说我们的外交的立场、台湾主权的立场、参与国际的这个立场，这其实跟过去这不是讲单单讲补助咱所有吼，讲要做伙来拼外交吼，要拼拼国际空间的团体，都拢给因钱，安尼就会当贯彻我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就有外交，现在外交政策跟以前不一样，不是一个中国代表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还继续补助那些跟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不一致的，而且是伊的这个省。跟我们这外交部也不太受外交部的这个完整的监督，咱给伊的钱阁遮济，啊，咱连家己的外交国防委员会嘛袂当监督的时阵，其实根据不一样的组织，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不一样的监督的过程，来决定要不要留他的预算还是不要嘛。应该是安尼，要不我讲一个较迄落的啦。四眼盟到今嘛嘛也是这个饶颖琪跟曾永权嘛，啊，因的立场，外交的立场一定跟咱即马的政府是无共款的。啊，过去马英九的迄个一个中国代表权的概念之下去拼的外交，跟我们现在要拼的最后会相反呐、啊。啊，所以讲我要讲起来，上简单就是讲，我们如果不能进入每一个他到底有没有帮到我们外交，而是我们只要给钱就好。我其实是在帮外交部争取钱呢，咱家的钱想要要给人去拼跟我们相反的外交啊。你要拼拼一个中国的代表权，这是替中国拼拼外交呢。所以讲，这个部分你若要用统三的方式办理，我认为没有帮到我们的外交啦，没有帮到我们外交，也没有把经费真的花在真正可以帮到外交的这一些活动跟工作上面。那同时我也要再说，就是我也认同说，有很多民间团体其实都很努力的在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外交很困难的。啊，所以讲，足侪用民间的这个名义来去拼外交，这我拢了解。只是讲，咱袂当因为安尼，所以讲咱就拢无监督。所以讲，要安怎，这个大部分这个组织吼，足侪是开咱的钱的。要安怎有从事前的审议到过程的审议到事后的检讨，咱外交国防委员会应该拢爱会当监督。所以说这两个层次啦，第一个是哪些就不用给他们钱了，因为跟我们现在外交的政策策略是不合的，这个应该要检讨一次。第二个，我们要给的也应该要回归到我们可以常态性的来监督他，应该是安尼才对。好，我这边我们跟各党团报告啊、哦，我们在审预算的统三没有指定是哪一个项目统三，也没有授权说
啊，你要给哪一个团体多少钱，还是一致都统三，不是这样子。团体是个别针对外交部申请，那外交部要给哪一个团体，依据它的重要性与否要补助多少，那是外交部的权责。我们只是在奖补助会啊委办会这一块统三百分之多少，好，但是经费交给外交部，你们就要去实际考核。好好，你好，这样外事吧，嘿，好。那我那我就稍微补充一下，那意思就是我们未来如果看到外交部补助跟现行外交的政策不符的，就变成我们要来监督外交部。啊、当然就监督外交部了。那所以部长要比较有勇气一点。好，第四十七案我可不可以改主决议？因为呢，按呢第四十七案，我的要求其实不是预算的部分哈，主要啊这个其实适应蔡委员也其实有这个处理过，就是其实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这个单位哈，其实是国内组织啦，我们不是用这个组织去加入国际，所以说中华台北其实是被在国际的这一个限制跟打压之下，我们不得不用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国内不用用这个名字啊，啊，这嘛我刚刚广告部一点五一个达成一个这个认同了，外交部也有认同说他们可以来去处理，看在中文、英文上面怎么样可以维持国家的尊严，因为毕竟是国内组织嘛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也当该主决议的部分，然后也请外交部在好这个写出来，外交部看一下。好，你写你那个字，外交部会同。会同林伟你们的助理会同一下，这个我们其实事前都有跟外交部沟通过，可以啦，这个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比较没有那么争议啦，只是名字要稍微做一些调整在国内哈。院长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在外交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因为我当招委嘛，其实为什么 会有把亚洲民主基金会跟世盟亚盟都送到朝野协商，其实是当时在大家争执不下了、那其中世盟亚盟的部分是我所知道的是他不知道是世盟还是亚盟，按照规定他还没有登记法人登记、那他长期在补助，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说我们补助他，但是他并没有正式的社团登记，变成黑机关的存在，所以我们当时才会说要把这个案子全部删除。我不知道是世盟还是亚盟。他没有登记吗？没有登记吗？啊、那么存在那么久，怎么会就是没有正式的？有一个是国际组织，秘书是在台湾；有一个是国内团体，所以还是有登记的。但是世界那个好像在国内是没有登记的。其中有一个没有国内登记。了解一下了，了解一下。这个正常啊，外交部去了解一下。这个预算从吼两天以后，民进党执政也一直在喷你，那喷秘密也当过那个理事长嘛。都一直在存在，那为什么说这个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叫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就要赶快登记啊！你要变成合法团体，你才能够补助啊！团体好了，好不好？好。好来，马委员。因为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在国内有，可是一个是在联合国的非会员组织，其实它已经被承认了。所以如果说像这样，他可以在国际帮台湾发声，或者可以做外交的，我想补登记也没有关系，这个很容易啊。这个如果他们可以啦，因为外交部很清楚那个整个状况嘛，哎呀、啊，外交部可以处理的就处理。好啦，好啦，好。我这个名要改掉，大家拢未用哩，还未用诶。没有，主席，我还是要厘清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科目是补助国内。团体的这个从事国际外交活动，然后那个是国际组织，要补助我也没意见，但就是说它的程序上要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对其他国际组织都有一些所谓赞助的费用，它这样的话就不是在国内那一块，所以程序上外交部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程序上的处理。那另外一个，刚才院长提到就是统三3%嘛，那接下来就是外交部怎么匀挪那个3%，但是我会担心就是说，如果你是亚盟的预算2159,2155万，你3%都不动的时候，还是照原来都不动的时候，就会删减掉其他国内团体的补助费用。那这一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意见了。因为坦白讲，等于是亚盟预算在委员会完全没删，然后到院会也完全没删，那所以就说至少你们要删3%嘛，不要说是亚盟都没有删。会了，就按照比就跟他删了，好了。对了哈。这一次为了加薪啊，我都感觉很难交代。麻烦你，你好，这是为了加薪，中央政府总预算
赖院长上来以后，已经交代各部会，将补助地方将补委办会用3-4%，好，然后对啊对对地方政府说补助3-3%，总共删了117亿啊，把减掉170亿，然后先删了一次，这次我们统筹再删一次哦，很多财团管包括公务员很多都是连砍两次的，好像减3%，这边改4%，所以这个很多不是只有这个补助的，包括哈、哦、我们科技单位很多国家实验研究院等等哈、哦，太空中心等等都超过往年了、啊、因为这边加薪没那么多，所以才较多。好，来马委员。其实我想所有的大家都很支持我们的外交政策，因为其实我们的是比较艰困的。我想在这里，因为当初为什么会送出来协商，包括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这个财团法人连设立都还没有设立，如果要用这样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更不。是要请他登记。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可以支援整个外交政策，或者我们台湾可以走得更宽广。希望在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部长，你把那个补助啊、哦，那个标准啊、哦，要符合补助的要件呐、啊。好、哦，那如果补助国内，你也有补助国际的嘛？你像世亚盟，你就可以用补助国际的经费嘛。国内的，不然你就请他在国内做登记嘛。哦，这个很难解决啦。很容易解决啦，不困难啦。好好好，来，我们进入第五幕，来第五幕，来，请宣读第五幕。第五幕，国际合作机关52案开始哈。好，第52案，作为技术服务编列委办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万元。这个52，还有啊，52到61啊。是，第53案，对外捐助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0万元。第54案，新南向政策经费删除1000万元，另冻结1/2。第55案，新南向政策相关经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元。第57案，国际合作及关怀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万元。第58案。国际合作及关怀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0万元。第59案，国际合作及关怀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第60案，国际合作及关怀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0万元。第61案撤案，宣读完毕。61案撤案啊、哦，好，那个第52案啊、哦。跟各党团报告，第52案是委办会，所以我们就通案处理了啊、哦。第52案是通案处理啊、哦，它是委办会。然后第53案，你们有沟通，你们有沟通嘛？冻结，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哦，好，那第53案就照案通过，提书面报告，使得通知。第54案保留。哎、啊，这边调解一下。哎、欸，也南向。哎、啊，那54案保留。蛮有话的，南向的。保留就是到院内处理。保留54案。那啊，55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啊，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啊。第56案冻结400万。好、哦，这个照案通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57案冻结300万，好、哦，57案冻结300万，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照案通过啊。58万，啊，诶，要冻结到3000万吗？这总经费多少？好，冻结30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59案冻结100万。冻结100万、哦、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然后第60案，总经费多少？68亿。第60案呢？国际合作案98亿。啊，国际合作，你同一个科目已经冻结
已经都同一个，怎么都冻结三千万，那就并案了啦。并案两个并案就不是冻结六千了，只是并案冻结三千。好，好，61案撤案。好，就照刚才这样清楚哈，有没有清楚？有哪里有没有哪里不清楚？好，清楚啊。来，我们进入本部。本部赖伟63案撤案。64案撤案，好，外交部结束，请领务局。结束了，对，很快，顺利啊。哈。哇，就这样呢。好，领务局，好来，第一幕，65案。第65案撤案宣读。撤案。啊，第一幕撤案，那好，第一幕就来进行到第二幕，66到71。请宣读。第二幕。对对。领事事务管理。第66案，资讯服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第67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万元。第68案，业务费经沟通后减列20万元。第69案，经沟通后。改为主决议。第70案，领事事务局第二幕，领事事务管理3000万元。第71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宣读完毕。好，那么第二幕啊、哦，有没有奖补助会？没有嘛？啊、哦，没有。第66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好，67案，冻结50万，经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68案，减列20万，有没有问题？68案，好。69案，经改为主决议，主决议的内容你们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沟通过了。哦，对，那个下个月哦。两个月改下会期。好，来请。谢谢院长。想请问局长，就是前一阵子护照印错了，那现在重印，什么时候可以印好？那整个啊，他付出多少成本？这个我先给他一本啊。就是本来一样。哦，多谢。哦，一共啦。哎呀，你把我问者吼。第一个，这个重印什么时候可以印好？那重印的成本多少？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换发新的护照？报院长，还报各位委员。那个重印啊，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在验收，现在正在验收那个第一批已经这个加贴防卫贴纸的这个护照了。然后这个预期，这个全部重印的话是看那个供应量，就是那应该是在我们预期是在这个农历春节前，应该快的话应该就是在2月初，甚至于在1月底都有可能。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现在第一代晶片护照的库存量，因为我们第一代晶片护照现在在继续发行嘛。那我们继续发行的话，我们这个如果库存量接不上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直接使用第二代晶片护照。所以那个应该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会。重新发行。OK， 那您是用贴纸贴哦，还不是全部重新印哦？对。那会不会有后遗症？说有些人把它撕下来，那到有些国家会说奇怪，排在前面的护照跟排在后面的护照长得不一样，会不会我想这应该不至于啦，因为第一个我们会把那个护照的样本都会通知，透过我们的驻外管处会通知所有这个相关的驻在国以及监辖国的这个各国政府。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在设计这个贴纸的时候，除了上面有防卫措施之外，当然对这个贴纸也不是像想象中的这么容易移除啦，所以它这个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OK， 好。来，等一下，那个徐委员在后，在罗委员。是，那之前这个造成的这个损失啊，这部分外交部的评估总共是在什么样的数字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是内部有没有就这一个外交部发包的一个做法来去做一个检讨？包括你们
怎么可能会让这个设计的厂商去网络上盗图，然后把两个不同地点的这些景物用 Photoshop P 在一起？这个是你们内部必须要去检讨的。这个发包有很大的问题啊，这是国家的护照。谢谢委员。那个部分啊，我们就是在当初订定契约的时候啊，在这方面这个并没有这个在就那个设计的部分有另外去订约了。那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中央印制厂是我们已经跟大家合作印制护照，一直以来都是跟中央印制厂是我们的合作对象，所以这个整个版那个损失金额大概是多少？可不可以？损失金额应该讲是说增加的金额了。那增加的金额的话，应该就是主要就是那50万本的贴纸嘛。那贴纸目前为止，那个中央印制厂估是一张三十块，所以55万乘以30就是1650万。1650万。那至于那个其他的护照就不会重印了。那同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原本有这个安全存货，这个但是已经原本是应该不要再使用的第一代晶片护照，其实是被拿出来用了。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这个那个部分，那个部分的原本是不要用了，现在又拿出来用了，所以它其实，在我们今年的那个护照量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说，这个当初你们是委外给外面的人设计承包，是不是？我们一向都是请那个中央印制厂，因为中央印制厂有专门的美工绘图的那个单位。那个一定是中央印制厂，不能是人机构，火条面来的。那中央印制厂他们去 P 图这件事情，你们也没有提出抗议吗？有啊，当然我们事后发现了之后，这个就觉得说这个图是有看起来应该是跟那张图是雷同了、啊。他那个国际笑话。但是中央印制厂有他的解释了，他是说他用他的是这样子啦。你是委托中央印制厂，中央印制厂要印之前，你的核定版本你们一定要 check 过嘛。你说把全部推给中央印制厂，这也不对嘛。你这个任何是我们任何在委托的时候，这个版本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核定 check 好，这个就是这个没错，中央印制厂才会去印嘛。所以你把这个所有责任推给中央印制厂，这不对嘛，对不对？最后核准还是外交部啊。你们一定要去看它的整个的页面全部都 check 没有问题的嘛。所以你我觉得你这种回答不负责任、啊。没有，鲍委员，这个部分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确实有疏失了，因为在当初我们跟这个中央印制厂去委制的时候啊，是基本上是要求他必须要把每一张图的版权、著作权的相关的问题都必须要这个负责解决。那当初因为他也有去洽，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不是不要再去谈后面了。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简单来讲，要印一本护照，不是说我中央印制厂我自己去配图，自己去说怎么印出来的话，你们就照单全收，那不可能的事情了。那像我要你们领事局，要你们外交部做什么？讲这个都完全不对的事嘛。你的内页要怎么样？要凸显在哪里？一本护照是代表国家、代表国民要出去的，我的内页要怎么放？要放什么？这没有经过你们核准，一个中央印制厂他们随便去配吗？这讲不过去了。我们不去看后面，我们往前面看。现在就是说，这一些已经错误的护照，我们不回收嘛，对不对？我们错误的护照我们不回收，继续使用，在任何的国际空间，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个护照行得通行不通，你就好好的正式的来说明，保证绝对行得通，绝对不会有出任何问题。如果出任何问题，你们愿意做什么样的保证？应该要把这个话先讲出来。然后后面的护照我们就重新改变嘛，就是那一页而已嘛，对不对？你要把这一个先把它理清清楚，说清楚就好了嘛。好，那谢委员，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有发出去的296本，我们已经通知驻外管处，这个通通我们逐一的去联系当事人，然后也这个如果有驻在国询问的话，这个立即答复他们，这些都是有效的旅行文件，所以这296本目前为止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也逐一的去这个通知当事人，请他这个把护照送回来更换。然后另外呢，这个原来的这个55万本，目前为止就是说用贴纸的方式可以这个尽量这个在维护民众的权益，因为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的护照有一定的存量，这个大家在这个准备要出国旅行的时候，护照供应不会中断，同时也能够这个某个程度降低国库的损失了。
然后用贴纸的方式啊，我们也会很负责任的把所有的这个护照的样式啊，都会请驻外管处去通知这个世界各国政府，就是驻在国跟监辖国的政府。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也已经请驻外管处要随时 alert， 就是说只要我刚刚要你的，就是说保证不会有问题，你就来让国人安心嘛，是，对不对？你这个保证你都不敢，对啊，不会有问题啊。委员，这里面罗委员最遵守规定，因为一拢取得主席同意，结果你们就一直抢，那都没有计划讲。没有，应该一定要遵守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外交部做事很奇怪了哈，你们说今天要验收嘛？照理讲，你手头上应该有一个样本的护照，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就好了，让国人放心嘛。还要解释半天这是贴纸，你看嘛，就觉得很奇怪，你的里面都有了，放在你的口袋里不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解释半天就叫贴纸。啊、如果大家认为不会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嘛？不是随便一张贴纸贴上去。所以我刚刚讲一样嘛，你就保证绝对不会有问题嘛。对嘛，你口袋里面放在里面就不拿出来，就很奇怪。你有一个保证，你就要讲说我现在有带来，对，大家看一下，绝对不会有问题。他解释了半天，然后大家都听不啊？你用看者来去，不叫罗伟，你好。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其实第一时间哈，外交部已经做了惩处了。两个前后任局长哈，一个调子一个降调嘛。可是当时外交部提到第二波的惩处，我现在不是要求你们要惩，但是说你们自己对外承诺了，政治责任两个局长负了，接下来行政责任那个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错，就像刚很多委员提到的，不可能说中央市场自己决定的嘛。整个程序上，那外交部到底第二波调查或惩处有没有出来嘛？已经快一个月了哦，想了解一下。好，来，是我呼应一下罗委员的讲法哈，就是这个是外交部在审核这些重要的文件上系统性的失灵啊，你们怎么会中央印制厂送什么东西给你？你们是蒙着眼睛去批准吗？这些东西难道你们内部没有一个审核的机关吗？所以我意思是说，部长，我可不可以这样要求你内部你应该做一个严正的内部的检讨？对于发包这些东西，无论是中央印制厂给你们的，你们不可能要照单全收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军购，美军交给我们一批不能用的战斗机，交给我们一批不能载货的货车或是坦克车，我们是不是要照单全收？那你们现在把这些责任推给中央印制厂，怎么可能中央印制厂把这些业务？对啊，那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觉得内部的纪律必须要检讨，而且必须要严正的去看这个问题。这可能不是单一事件，这是冰山一角，所以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对，我想关于这次护照的案子啊，我想是我们不单是领务局，包括我们这个外交部也都在深刻的检讨。那这个领务局内部的工作阶层的惩处名单呢、啊？是因为还有一个人评会，等到人评会签订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对外公布。好，内部在发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是要求严格的把关啊，部长，还好，这个是很严重的、啊，好不好？都这里了，就丢了。院长，我请教一下，这个第二波的预算哈，有没有在委员会有没有被删减？预算数原额数是多少？原列数是多少？预算是被减略10万块，它被冻结700万，减列10万，冻结700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第70案，洪金委员，你删减2000万会不会多一点呢、啊？你能不能？我觉得可以检讨一下。好啦，好啦。其实，跟院长报告，跟各位同仁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样外交部的审查一路过来，我们很多讲得过的、说得通的，我们该撤案我们就撤案。对的。那为什么这个案子我要坚持的理由是在哪里？这个案子坚持的理由就是说，其实哦，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护照哦，护照的申请，我们现在全国大概就是北中南哈、哦。哦，大概北中南四处，那你在离岛也好，
包括这些要申请护照有它一定的难度。那针对这个难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护照条例的修正草案，我们就提出这样子出来。那我们也希望领事局这边相关的在三个月内提出护照条例的修正案，然后彼此来去处理，结果完全不处理，完全不理会。我是觉得这个哦，这个已经这种已经变成，而且完全是非常怠惰，完全藐视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们亲民党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向都很理性，可以撤案的，可以沟通的，我们照做。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是显得非常非常的不去积极啦。你今天这个方向，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也要提出相对的方向、相对的对案出来嘛。啊，完全都不处理。我了解了，我了解，我是讲院长，这类人吼，你们先去谈看看，如果真的谈不下、谈不拢，我是觉得这个案子我坚持要表决。不要紧啦，安尼啊，不要紧啦，你就看。我先讲一下，你们给答案好不好？我先保留。先保留啦，好不好？好，先保留了。条例嘛，到以及实质困难在哪里，我要克服。啊不，总结，替台湾方案，安好不？先保留了，好不好？先保留了哈。等一下，70案保留。好，71案，沟通后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照案通过。来，72-1撤案，73撤案。好，那领务局你们就剩下李委员那第70案啊，这个减列2000万啊，你们沟通一下啊，沟通一下啊，看为什么亲民党要求啊，你们没有办法回应，总要做个说明啊。来，我们进入外交学院，来，我们看第二幕。75页，第75案，还有第一幕，第一幕在前面啊、哦。第74，好，来，请宣读。第一幕一般行政，第74案，并入统三，宣读完。好，这个是统三的项目啊、哦，第70让我们列入统三啊、哦、办理。第75，统三，来宣读一下。第75案，并入统三办理。它是委办会啊、哦，我们是统三。74、75都是统三。76，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减列15万元。好，76减列15万元，有没有问题？我们就照案通过。好，那外交学院还有77，这撤案啊，77撤案。78撤案，还有主决议79-84，来79，院长，请他念一下好不好？来说明主决议，79是主决议，你同意文字修正通过，你就念那个有修正文字的部分，删减的部分来。第79案，要求外交部应审慎衡酌宿舍入住之效益及其维护成本，研议后续处理方式。第80案，但是文字有几个文字修正啊？即完成所有权登记这个划掉，即完成所有权登记这个划掉，是不是这样子？是。好，那这个可以修正通过吧？啊，在或未完成所有权登记啊，是不是这几个字划掉？那个部长这边是不是好？那这个就文字修正通过啊。来80案，第80案，外交部各单位及驻外管处一级主管鲜有单一性别比例偏低之情形，与行政院性别平等政策纲领之原则未符，建请检讨改善。啊，这个那个文字要不要念一下？增列的文字是，在刚才那段文字之前，因民国85年以前外交特考，对，
对对女性对女性录取名额设名额限制，所以造成我刚刚讲的那个各单位好主管对未来因应两性平权啊，这个像以前啊，警察不能当警察，女性哦，哎都可以了。这个慢慢的外交也要有女性，其实他们的能力都不错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哈。来81，有没有问题？83，照案通过。照案通过。82撤案。撤案。83撤案。84照案通过。照案通过。85。84。到84而已了。好。那外交部你们的预算就结束，好，谢谢啊，辛苦李部长啊，好，谢谢部长，没有，还有国王，还有国王，好，谢谢院长。院长，我可不可以请各部会哦，就是说有一些尽量请委员主动有可以撤案的改成主决，再去沟通，再去确认一下。那我们这边就不会说，哎，要决定要到底要删多少或少一点，好，好不好？好，请他们再通知一下。好，如果有那个删减什么的啊，再沟通看能不能变成主决议哈。啊，你的我看都没有删，都还好。谢谢院长。好，谢谢委员。好，来，部长，翁部长，哦，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这个保家卫国啊，你的预算大家都会支持的，国王预算啊，是绝对国军啊，翁部长，这个国军啊，委员都会全力支持的，是，啊。好，来，那我们进入国防部首署啊，国防部首署，我们从第一幕开始，第一幕第85到95，大家看一下啊，来，请宣读。第一幕一般行政第85案，加班值班费经沟通后改列主决议。第86案。基本工作维持向下所编列水电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第87案，基本工作维持之水电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第88案，基本工作维持向下所编列资讯服务费，经沟通后改列100万。第89案，基本工作维持向下编列物品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第90案。基本工作维持向下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万。第91案，文职人员人事费22,258,700元，冻结20%。第92案，一般行政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万元。第93案，一般行政经沟通后改列50万元。第94案，一般行政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第95案，撤案，宣读完毕。好，85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那就通过。86案，你们沟通后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87案，冻结后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88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89案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90案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91案啊，冻结1/20，不要专案报告了哦，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有没有问题？报告院长，因为文职人员的经用比率现在已经是历年来最高，已经到达90.63%。那我107年已经比106我自己少编了400万，现在是没有空间，所以都没有跟你删减啊。冻结1/2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你们要注意我在宣告的内容，要注意听啊，啊。啊，是支持，不是在阻挡你哈，在支持。我把你的专案改成书面嘛，哈。来，92案，冻结50万，经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93案，
减列五十万是你们同意啊？好，九十四万冻结一百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九十五万撤案。来第二幕。院长，好，来，没关系，来。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部长。来，您说。那个部长是不是可以请您就现在那个中国大陆片面开放 M503这一条航线嘛？那看起来我从各方的资料这个有解读到说，它这个民航机下面它有可能会有潜在军机的隐藏飞行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就 M503 目前对于我们中华民国这一个空防的这个影响的评估，大致可以说明一下好不好？好，来，请说明。院长、各位委员，我想啊，这个从三个部分来讲，就是在他们这个开放啊，从南往北以前都是从北往南，也没有使用这个航线，我们把它称之为啊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协商的阶段，就是说使用这个503航线呢，不使用另外三条 W121、122、123。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它进行的做由南往北的飞行，那么影响所及的，就像委员所讲的，我们可能在这个航线上，假设它是由西往东的飞行，会让我们防空警戒的时间缩短。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它都是由东往西，还没有造成威胁。那么我们不得不防备，因此在我们所有侦测跟我们监视的行动都有加强。委员所关切的就是说，大飞机底下藏的小飞机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好像夹带一样的就经过航路，缩短航程就到台湾来做一个威胁。这个在我们侦测的这个方面呢，我不仔细的讲，但是我们却有能力能够甄别它是一架还是两架。譬如说我用战斗机来讲，战斗机那么小的飞机，我们可以侦测出来它是两架还是四架。我以这个来回答您的问题，报告完毕。好，请曾委员。好，谢谢院长。另外要请教部长的是，昨天总统接受媒体的专访，认为未来两岸发生战争，不排除会可能发生战争。那请教部长的是，第一个，这可能性高不高？这第一点，假设发生的话，我们中华民国怎么因应这么一个情况？两个问题，谢谢。好，来，请说明。我觉得总统的发言呢，是高瞻远瞩，我们不能够啊，这个好逸忘劳，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要居安思危。在这个思维之下，我们应该全国的老百姓都应该团结一致，尤其是我们军方要更努力于精进训练跟战备。报告完毕。好，万一发生的话怎么因应？可不可以讲的具体一点？因为你刚刚讲的都是形容词啊，那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对于所有假设性的作战问题，我都不能够在这里答复。这个有些涉及机密哦。能讲你就讲啊，不能讲你就保留了啊。没错，跟院长报告，当然机密的事情我们就不能讲了。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你刚才讲都是形容词的，有没有能够更具体一点？我跟曾委员报告啊，我们是实况转播，现在全东南亚都在看，搞不好连中国大陆都在看。好，来那个马委员。在李委员这个部分，我也要有不同的看法哈。因为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每次说有可能发生两岸发生危机或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说在恐吓人民。那现在为什么蔡总统讲这样会是变成高瞻远瞩？我不晓得。不过当然周边的区域是比较倾向比较紧张的状况。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趋向和缓？国防部跟我们的领导阶层其实是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的，因为我们的假想敌不会只有一个，
今天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怎么样让台湾维持安全才是我们的重点，而不是说我们过去都说是恐吓人民，现在都说有可能发生，是不是要增加国防预算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还是以整体的国家安全为考量，怎么做我想国防部应该要去因应啊。是的，我们会继续的努力。讲说啊，总统的讲法是高瞻远瞩，很多委员都在笑啊。谢谢。来，李委员，李委员，我来，一定，我报一句的。好，来高，来林委员，来。那个林委员，来，在李委员，在两个李委员。其实哈、哦，我想我们所有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只有一点希望，国家安定，哦，两岸和平，不希望说动荡不安。但是这一年多来，其实不管国防部也好。当然你们很认真很努力，但是那种方向包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搞到老百姓啊人心惶惶，其实这个是不是大家乐意看到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去调整脚步，你看包括现在陆委会跟那个国台办完全就是断线、哦、海基海协也都断线、哦、那天天好像就在加码加码加码，要搞很多的国防，很多的那些武器，搞那么多武器，搞那么多国王，不如说大家好好坐下来，怎么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讲明白，怎么做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和平的共识，不要每天在这样搞，这样不是人民乐意看到的。以上，谢谢。好，李委员。好，谢谢。谢谢院长、哦、部长，你会不会觉得你上任之后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国防部的压力特别大？很大。会不会部长，对，我当然请教您。我们一直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却是，所以你会不会认为保持我们台海的和平？对，其实这才是最关键重要。其实这蔡总统点出问题，但是要想办法，不是只把问题点出来，但是其实如何去解决两岸的问题，避免战争发生，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而不是把问题点出来却无力去找出解决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大鹏部长100分的部长每天都在压力之下、哦、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压力也真的是对你来说太大。那我要回到一般行政业务来请教哦。有几这个是一般行政业务，有人事费，有加班费哦。我要请教同仁协助部长回应我一下，你们现在加班费的状况是不是都报到几乎是足的状况，就是都报到满？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一年预算给的加班费，你们是不是几乎都报到满？执行率多少？执行率，我们执行率大概接近95%。这非常的正常哦，这非常的正常。那我要请教部长，因为之前您上任没多久，我知道军中一直有一个规定，就是下午4点之后就是运动的时间哦。那当然其他的部长之前有关军警其他部长也曾经有过这样，就是说军中确实是规定4点之后是可以运动的时间，有时候是在营区里放音乐，鼓励同仁多运动。我确实也认同这样的风气哦，就是我觉得运动是好事，解除压力，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出去走，上班一段时间稍微转个半个钟头20分钟，其实是正确的。那请问部长现在还持续这样的做法吗？每天下午偶尔还会找同仁去爬爬山吗？每天是不可能，因为每天的任务都不一样。那么有机会了，天气良好了，大家志同道合了，我们几乎都会。那爬山的时间是多长？现在还是会。那爬山的时间是多长呢？你们现在营区里面到底是正常上班？他现在4点是可以运动的时间。那我请教，因为我不了解军中现在的规定，现在可以运动的时间是4点到4点半，还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钟头？那还是4点到5点半？那后面继续上班还是怎么样？那超出的时间是报加班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后续可能上到7、8点。所以我想了解整个运作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就跟一般行政业务有关系了。好啦，这个这个我第一次问呢，我不知道我知道啊，别人有问到啦，别人问过了啦。
我要讲，咱讲讲没有啦，讲大来之后啦，没有，因为他总知道这个是对预算，这个是对预算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知道很正常，人事费我们从来不删，加班费我们不删。部长这个人很率直，他也会很坦白的讲嘛，啊，对啦，啊，对我来了，我们给部长回应一下，给他回应一下嘛，啊，这个所谓说我四点半运动啊，我不做任何的答辩。但是我想四点半我们能够集合，或者说五点钟我们能够在后山走一走，已经非常不容易。我们的时间也不多，因为像现在的话呢，五点半天就黑了，所以我们大概是走我们后面的这个步道，大概走20分钟，然后下来也要差不多15分钟。在这个30几分钟中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乐趣，可以互相这个把今天工作的状况做一个了解，甚至于大家做一个交易，但是我们却接着下来就会在我们的餐厅用餐，然后呢，我们一定是加班的，我们从来没有领过加班费。当然这样讲，你我院长、苏院长不带他去走一走，可能超也会比较和解哦。好，来换李伟，换李伟，哇，李伟来啊，黄金，我。本来要讲刚刚，现在讲到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座很多人都当过兵。当兵的话，其实运动是什么时候？是早上晨跑，早上要跑5000公尺，这个就是当兵的基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间。当你早上去跑了5000公尺回来以后，才是用早餐。这个是在当兵过程里面没有那个四点多在做运动的。我们从以前开始当兵的话，都是一定在运动的时间，一定是早上起床，早上起床以后去跑5000公尺，5000公尺跑完以后才用早餐嘛。我想当过兵的人都怎样嘛？操课啊，下午都操课 啊，平常是操课嘛。啊，早上哦，所以部长，我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是你这个四点半，这个应该是早上6点的那个晨跑才对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啦。不过要讲到刚刚那一个，就是说，刚刚有郑明忠委员要提的那个国防的问题、两岸的问题，其实针对国防部长，当然这个是总统的一个职权。其实重点在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两岸的武力在竞争，我们国家该有的基本的防备的武力，这个是一定要有，这也是最基本的。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南北韩。当南北韩那时候非常剑拔弩张的时候，可是，一旦坐下来谈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去解决。哦，所以当然，该有的武器、该有的防卫，我们这还是一定要有。可是最重要的取决还是在于两岸的对话。哦，所以这个跟部长讲也没有用。哦，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点，还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被评为，我们台湾现在也是世界在发生战争的最可能的一个地方，这个不知道上一次新闻也有报道过。可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示弱，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吹哨子壮胆。毕竟国人的安全，这是我们身为国防部长、身为国防部的所有的任何人，这个都是你们的天职。那如何来安国人的心，这个是我们国防部必须要有的。可是也不能就是说用嘴巴来讲说你们放心，我们绝对可以，而是很多地方这是全面性的了。哦，我简单来讲，这是全面性的。好，这南北韩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很好的例子嘛。好，最后一个徐委员啊，我们要进入预算了啊，不是在总执行。谢谢院长哈，谢谢院长。就一个问题我关注了，就是请教一下部长，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其实共机绕台其实30几次嘛，哈。那就您的了解，今年元旦过后，他们有没有绕台？那第二件事情是，在这30几次的这个绕台里面，我们的空防还有我们的这些侦测，对于他们绕台的动机，甚至于说他们每一次绕台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目的？因为30几次，其实如果以12个月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将近3次哈。那2-3个礼拜其实就绕台一次。那部长，我也知道您是空军出身的，我自己也是空军退伍哈。那这一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就是说对于整体的一个评估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看法，是不是请部长回答一下？好，简单回答。中共去年呢，的确比以往都多，但是你看，昨天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也不会。我们的国防努力啊，真的是要大家要有信心。您问我说是今年元旦过后他有没有？有的，他的这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有从台湾海峡的经过，但是我想我们彼此都遵守一种默契。所谓默契，就是说我们非常明白的表示，我们绝对不会去挑衅，但是我们也不会逼战。他们也非常平和的经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台湾的台海和平安定对国家发展、人民的福祉都非常的重要。好，大家一起努力来进行第二幕。来，96。啊，怎么你一进来啊，都不晓得在讲，我们都在谈什么？你至少要让我进入幕，你才表示意见呢、啊。两分钟嘛。啊，两分钟，来计时开始。没有，我要请教部长。好，来，我第一个问题啊 ，M503。我昨天、哦、我昨天要不来，我们讲了30分钟 M503。我问国台办哈、哦，你 M503这话了以后，对金门马祖啊，这两天记者问我没有回答、啊，杨政委也没有回答啊。你对金门马祖啊，这个飞机我们原来是 R88去嘛，对不对？那现在已经绕了嘛哈、哦，我问了战管，以前都有直飞，现在没有直飞。那国台办跟我讲说，在10000英尺，我们金门马祖飞台湾的飞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哪里？台湾的飞航区没有问题。问题金门马祖，我们在降落的时候要绕大圈子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哎，你这国防部跟民航局，你们要跟我们讲清楚、哎、那现在国台办那边干什么？怎么做呢？你现在杀他的牛，他弄你的马。把所有人全部到厦门免费招待，台商哦，全部往金门走，一部分往马祖来。你看好了，金门机场啊，一定杨政委员马上就面临问题了哈。所以 M 五零三的事情对金门马祖的问题，因为今天不是咨询，我是在审国防的预算了，我是很严肃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国防部也好，你国安系统也好，你民航局也好，你们要有一个说辞。你们要有一个规划，不是任令这样子发展。你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不是这样子哦。这样下去不好的哈、哦。第一点，第二点，我删的国防部预算起码20几笔，都被你们同仁搓掉了。都是啊，你们都把我搓掉了。我没有意见。我讲了老半天啊，说东引五渡营区，还有海军营地。我已经讲了5年了，你们都不理我。我下次参预算了，你们不要找谁来戳我。我跟你讲，我一毛钱都不放，没有道理嘛。你们是欺负好人，你知道吗？这个部长跟他关心一下哈，关心一下。我跟你们防疫指挥官都非常好。我们都答应了，他自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答应？部长有一次你碰到我，当面我就答应。在三军总医院碰到你一次。你跟我讲，我们在處理到三军总医院干嘛？那个李鸿钧在那边住院呢、啊。好 ，OK， 好，那你五渡营区有没有问题？你回答我。今天不是质询了、哦、我是说，好，我们这个是在预算审查，不能在这边讲任何条件啊、哦。我答应院长，没有问题。好。院长，你这个是现场直播，你哪时候？陈委员，陈委员，你不能这样讲，陈委员，学生委员，不能这样讲。你所要求不要一次全部给你，那以后你怎么连任了、啊？啊，你这个要考虑、啊。好，我们进入第二幕，进入第二幕，来，96到105。违章军，违章军跟我讲，我要解决了，好不好？96案哦，是来先读。第96案，并入统参办理。第96是委办会啊、哦，所以，是奖补助会，所以是啊、统参处理。来，第97并入统参办理。97案，也是统参处理。98，第98案并入统参办理，也是统参的案件啊、哦。来，99，
你们的提案有零件把我搓光光的。好，一百。第一百案。你问马高伟，我上去谈。业务费减列500万。来101，等一下处理来。101。第101案，国防资源管理删减23893000元，冻结23893000元。102。报委员。然后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102。等一下，注意啊！102，国防资源管理冻结30%。103，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删减1000万元。104，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删减5000万元，冻结1/3。105，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经沟通后减列50万元。那个105，你们有沟通减列50万，有没有问题？好，那这个就通过啊，105案通过。那100案哦，到101，那个时代力量这边慈庸，这边有没有？是不是用？来，您说来。我想这个案子哦，我不是第一次讲了。那其实我一直说，我们军官跟士官哦。他服役，他签下他的志愿役之后，我们真的还是要留给他们一个，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留下来，他也没有那个意愿要继续留下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管道，啊，他不在啊，让他去承受那个赔偿之后，可以让他去离开。但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2年了啦。那国防部一直认为说你们现在的机制可以处理，但是问题现在的机制就是没有半个人因为你们那个其他事项而可以离开军旅的。所以我还是要讲说这件事情，我还是希望国防部去面对它。如果说你们觉得现在的机制是可以处理的，那你们证明给我们看嘛。因为在军中我们一直收到陈情嘛，他们跟你们沟通没有用之后，他们就是来找明代，那明代来协助他们，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啊。我们怎么跟你们讲，你们就是无动于衷。那你们担心的事情你们当然也说明过，你们现在边线比的问题，那你们认为说如果这一个大门一开之后，对你们未来的这个人力上面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产生，那你们不希望开了这个先例。好，那你们也认为说这个如果你们培养了，就花了那么多的资源去培养了一个军官或士官之后他离开，那耗费的国家资源要怎么办？那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都愿意给行政部门去拟定这一些赔偿的机制，或者是说应该要怎么样可以减少这种腐烂的状况，他们要申请退伍的一个状况，这些我们都愿意给国防部权限去做，但是你们还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提案我还是希望是坚持，因为我在总咨询的时候我有问过赖清德院长，他也认为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应该要去评估这件事情，他们也责成你们去评估，但是你们认为也没有必要评估吗？那我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你们也认为说就是觉得这个我们院长说的话是屁，是我讲的，不是你们认为的嘛，齁。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这部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去退让的空间啊。这个预算是4778万呐，啊，哦，那你把它删减2300，然后冻结，就是这一月份开始，它就全部预算都不能动，哦，预算这样子是有一点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啊，100案这个招训委员的，还有你的案哈，哦，这不过这个还是要回应呐啊，哦，我们冻结10%，你们提。报告之后使得动之啦，一定要针对问题哦，不然明年度就会被删减。委员跟院长的决定，好，哦，好不好？院长，我要动可以啦，哦，但是我坚持要专案报告。好，那改专案报告啊，你来说明一下可不可以？要同意之后才能够动之。是的，好。看困难在什么地方。对，我们冻结10%提专案报告啦，这个，困难他讲过很多次，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同意啊！啊，来那个吴委部长，我建议了进行一个可行性评估，好不好？好，哦，那这样可能才能够给洪委员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啊。对啊，所以他评估之后再来做报告啦。
我本来是讲吼，哪一档书面给你，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再提专案啦。因为啊、哦，他专案绝对是一堆人来，那让他们评估，你们看能不能用六个月评估，然后给宏伟一个方向跟答案，能不能做啊？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是的，听院长的指示，好不好？先书面报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请国安委员会哦，蔡委员来批专案报告，好不好？报告院长，好，来，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第96案啊，这个国防国家安全研究院哈、哦，这个设立的这个目的，还有这个它的规划是什么？然后因为国防部在2009年有成立国防智库筹备处嘛，那现在变成是战研中心，那现在要成立这个国防院哈、哦，国防研究院那。是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位阶？哦，是这财团法人还是行政法人？那现在这个国安院的董事长是由谁来担任？哦，这个是不是可以讲清楚一点？那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执行长看起来薪水也是不低哦，一个月15万元。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稍微做一个说明？哦，是的，徐委员的这个询问呢，我想。我们会找这个资源室的我们的代司长来去给您报告，我们会弄得非常清楚，是的。好，那一定既然保留好不好？因为我那个案第几？96案。对对对，表决。你要保留。对对对。但是96案是通案呢。通案是不是，那本来就会删减，你保留也没有用。好好好 ，OK 啊，快点处理啊。你就改主决议也可以啊。我这个因为是黄委员的案子哦，那我们还是说用这个冻结五分之一啦，然后报告好不好？不，通案没有啦，通案就会一定要删除，你冻结也没有用。好 ，OK。好，我们第二幕啦哦。好，通案之外哦，通案之外。其余的哦，冻结10%，先提书面报告。如书面报告委员觉得不够啊、这个内容详实，那再改专案报告，安尼好不好？哎、欸，院长，我有意见。啊，不然怎么样？没关系。我不知道下一个会期国防委员会是什么状况嘛，所以只要党鞭承诺你会排，因为我这件代志我已经讲两年啊，我真的不是今天不是第一次提。刚才有去问一下洪委员嘛，吼，我们再找时间跟部长。好，先试一下，如果跟你报告，你觉得可以了，那就不必专案报告了。不是，他已经来跟我报告2年了，问题是他就什么东西都不拿出来啊。我们先谈一下到底什么问题吧，好不好？可以做得到你就做，真正做不到什么原因，你讲清楚，委员大家都很理性呐、啊，你就讲实际的问题来。包院长，我是建议这样子，因为那个林昌佐林委员也在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了哈，啊，到时候就请光跟我们的这个看到时候谁轮值，招委再协商一下，我们来拍一个专案报告来讨论。好，那我们提因为这个案子有报告好了，有冻结嘛，所以到时候来有意见就让他等着，不要让他自改专案报告了，来说明清楚，安好不？黄伟，啊这个。徐委，徐委员，你的案子也可以在这冻结里面，虽然那个通山的部分，但是这个木冻结10%来专案报告，您也可以问了啊，把你的案子并到里面去做专案报告。包院长，那个案子啊，委员会已经有冻结10%了，所以本来就委员现在冻结十，现在冻结10%，委员会就没有冻结了，所以这个协商的结论做出。没有，我们希望尊重委员会的，我们希望尊重委员会的，我们委员会有冻结了。对，因为不是啦，也是一样，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协商是这样，是院会，那你们委员会的我们都有看，联动多少？10%啊，所以这个10%不是这个，我要跟各委员报告啊，马委员，我们这个协商就是最后的结论，不是院长，我们讲，我们是说96案呐、啊。那96案那是通案不能冻结啦。啊，你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马委员，96案已经被协商列为通案处理，就没有所谓冻结的问题啊啦。对，我知道。所以最后就是以这边协商的结论作为最后的结论。那好、哦，所以啊、通案的部分就没有所谓冻结你在冻结10%在通案委办，那没有
好，那个就会删减他了，不是冻结他了。对了，好，这个要跟大家讲报告清楚，好、啊、不然好到最后为什么说我的冻结没有处理啊？啊，但是我们这一个就增加冻结10%，要来做专案报告，好、啊，好，第二幕的部分，啊，除了委办会之外，我讲主就是通案之外冻结10%，然后来做专案报告，啊，那个的哈。要去了解清楚的事情，就跟你冻结通案的那个是一样的意思啊。好，报告一下。来第三幕，好吧。宏伟那个106到109，弄清楚，可以做就做嘛，不行你要讲清楚啊。106来。第三幕一般科学研究第106案，军品研发减列1000万元，冻结另冻结1/2。好，来107案。军品研发经沟通后减列200万元。第108案一般科学研究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元。第109案经同意后撤案。好，那么第107案这个减列200万有没有问题？好，108案冻结4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好，使得动之，好，然后109案撤案了哈，109撤案，那109撤案了啊、哦，那我们现在处理106，曾委员，106招顺这个招顺文这个要不要撤案 ？OK 好了，好撤，谢谢。好，第四幕，什么意思？文俊来。其实我们在委员会大家讨论了4天，大家都用很理性的方式去沟通。今天如果说都是用书面报告提了以后，没有经过同意，专案呢？今天国防的预算那么重要的情况之下，通通否决委员会的，那大家没有否决啦。喂，王俊，你不要怕，你先听我讲啊、哦，这个预算审查到党团协商，一定会把几个项目列为统三的部分。那其他你的案子都尊重，但是统三的部分一定要依统三来办理，否则他们也会剥两层皮。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委员会还不晓得哪一个项目是列为统三，哈，哈，别跟我讲的，你们听，哈。好，马委员啊，你冻结10%，我们其他的项目全部都冻结，除了统三之外都冻结10%。我们没有说要重复或剥两层皮。对。今天如果委员会有决议，因为它只是在金额的差异而已。对。那你今天因为本来这个96案也是在那个坚持表决案，它不是在统三案哦。96案是统三案呢、啊？不是啦，这给我们的是在不统通案呢、啊？96啦，96案是通案呢、啊？专业研究中心啊，那个是补助，我们讲补助会啊。因为其实他在那里这个案子啊，因为我们大家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嘛，對，而且他的冻，他只是冻结而已，他冻是不是？要删除还是冻结？包燕啊，我补充报告一下，冻结啦，马昭伟他坚持的就是说，这个案子我们在委员会充分讨论过，已经决议，哦，包完那个所有的委员都已经联署决议，就是哦不行，不行，我跟你讲，排除统三啊，没有排除统三，我会有担心啊，不排除。好，来，院长补充一下，我这边还是要先谢谢马委员在国防招委在处理国防部预算的时候花了5整天的时间。700多个案子都处理了，我知道，我知道。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些案子现在党团或是个别委员在提出案子，如果跟委员会这边有矛盾或意见，我们会尊重，尽量尊重委员会意见。这个是这样子，但是统三的部分，统三是党团大家同意统三哪一些项目，这一些项目如果包括在你这个奖补助的经费里面。你务必要统三它，那统三之后你再冻结10%，我也不反对，这是你的权利，但对他们来讲会有一点，所以我们统三之外，你这个案子啊，我们第二幕，因为我们款项目结，
我们是院会是讨论项款项的项，但是我们学商是希望到目，那你们委员会可能会讨论到解很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委员会所提的案子啊、哦、全部到学商用目来学商，然后到院会就要讨论到项更高了，那个就不没有像现在这么细了。那你统三是大家有共识，好、哦，要统三多少？啊，你要冻结统三之后的10%，我也不反对，我们也可以尊重。但是还是要统三。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我除了委员会决议的删掉10%之外，统三的部分也加上去，冻结。所以委员会的决议还是不变嘛，哈，可以这样说。你们可以接受不变？我们不变嘛？啊，不变你我因为我们委员会有讨论过嘛，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上现在统三的委员会哈、哦，这一部分是1亿2500万，对不对？你们冻结10%嘛？啊，这边也是统三部分是统三是一定这个讲补助一定是统三的，哦，不能没有一个单位是排除了。啊啊，没有排除。然后呢，这个。这个结果就是冻结10%嘛，啊，这和这边你们是10%，这边也是10%一样的啊。我们没有，20%哦，这样加起来没有啦。我们现在的10%就是依照你们的来10%来做确认嘛。啊，不然要怎么处理？还有问题哦，三就不是哦，三就不是啊，三就不是啦，三就不是哦。请那个部长注意一下哈、哦，我知道，国防委员会帮忙。马委员都很关心光预算，我们这次在处理总预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记得一个事情，请不要忘记，这个国防预算和 GDP 的成长比例，那个我们一定维持的，你们放心的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嘛。所以好，你们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我现在要确认一下哦，我现在要确认哈、哦、委员会啊、哦，因为你们都是国防委员会啊、哦。第96案，它是奖补助会，是统三的项目，所以未来统三要20%，会最后做一个确认。那你们是要统三的部分统三，剩下还要冻结10%，还是冻结10%是排除统三的项目，其余的冻结10%？因为第二目。有统三96到98，那99到105就是一般的科目，这个冻结10%，好，这个我尊重。徐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了解，意思就是说统三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冻结吗？哇，这个就是学商的大家的决定。文君，你看你啊，你如果你要排除统三，不要再冻结。好、哦，那我们得接受啊。如果你要并入，好、哦，统三之后也要冻结10%，我们也不反对。105是一个报告而已啊。哈、哦、哈，但是统三的部分是没有一个单位可以排除了。嘿，来马委员，尊重你，你觉得呢？就没有了，赶快拿。不是，其实我们委员会其实是提动的啦。对了，在统三，我们统三没有意见。我们当初委员会提冻结，为什么没有删？是希望可以做完整的报告，因为所有的委员蓝绿的圈签嘛。他本来就要来做专案报告的。讲的，因为我们还要经同意啊，所以其实因为刚刚部长有很院长有很多的，其实你大概都是提书面报告，有些不如果对我们、啊、这个已经改专案了。院长，我可以好具体建议，就委员会是跨朝野政党都同意用冻的方式。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那通三就可以不要啊。我不行，不能排除。没有，没事啊，那一定要排除吗？没有，不行啊！啊，那每一个单位哦，啊、你们会，肯定有人来找你啊，有人来找你啦。那能不能啊？我建议的，因为国安委员会啊，他已经朝野都审查过了嘛，尊重他们，但是统三还是统三嘛。那一样嘛，那好，那不可能啦。这样子的啊、哦，好，怎么样？你要并入嘛啊、哦？好，并入，然后提专案报告，使得动之啊，这样好不好？好，可以啊、哦。好，那这个啊、哦，再交代那个比例，你放心。好，第二幕我就要重新修正啊、哦、哈、哦。这个统三的部分，一统三的比率
好、哦、来简列。那剩下所有的提案冻结10%，然后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冻资，啊，那明很明确，这个就包括奖补助会都要统上冻结10%哦。好 ，OK， 好，好，好，所以你们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啊，我们都会尊重了啊、哦。来，第三幕，106到109。106撤案没有，第三幕已经过了吧？对，好、哦，现在已经到第四幕。110。来，沟通后，经沟通后冻结200万。怎么样？好，那第四幕我们就照案通过。来，本部的预算来，那113撤案，112撤案。好，现在112是国防部冻50，进入到国防部所属，国防部所属，国防部所属来，第一幕，第一幕国防部所属，112到122，国防部经备局啊，经备局第112案哈，案通过，第113案，那112案是什么？照案通过，好，可以哈，好，113，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万，好，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好，来再来，114案军医局物品费经沟通后3减80万元，宣读完毕。好。不是112、113，还有114呢。你要先读到122。对啦，好，112案哈、哦，业务费冻结50%，这个冻结，啊、哦，不是来搞不要，哎、欸，对，一百一十二冻结50%，业务费50%，哎、欸，你们怎么会接受业务费冻结50%？这都十嘛，一般行情啊。哈哈哈，十万上，加撤案就好了吧？好不啦，撤案呐、啊，撤案呐、啊，这个没冻结，冻结十不是75000有什么意义？十万而已嘛，好了，好了，撤案呐、啊，112撤案呐、啊，继续念115，继续念，然后113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冻资，有没有问题？好，来114案3减80万。有没有问题？哈？他想走了，他很高兴想走了。好，3减80万，他也没有说叫你科目不能调整啊，他也没有指定啊。好，那科目自行调整，加科目自行调整。好，来115案，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减列4.7%，冻结10%。115案。第115-1案，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冻结1.2094亿元。啊，你拢无爱我做啊？啊，来再来。第116案，海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减列3.4%，冻结10%。那再来。第117案，空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减列4%，冻结10%。参考一下就好了。再来。117-1撤案了啊，验修委员撤案来。118，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0万元，这个可以接受吧？好，那这个就通过啊、哦。第119案，经沟通后减列500万元，可不可以？好，那这个就通过。第120案，经沟通后撤案。好，120案撤案。121案。经沟通后减列500万元，可不可以？好，那就通过。122案，经沟通后改减列500万元，可不可以？好，那就通过。好，那现在就来处理115-1、116-117
三案115、115-116跟117、124案，那个曾委员，你敢不敢呢？这个好来，哎，曾委员，我先讲几句好不好？其实这几个案子都是我们委员会有讨论到，就是那个招募了哈，士官军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哈。但是如果用减的方式，的确反而会那个资源不够嘛。所以建议我们委员会当时是建议用动的方式来处理哈。那因为这几个里面都有动，但是都有删。那我建议删的部分就是不要删。那因为他是要招募了，你钱越少更不好。但是亲民党刚才已经删了蛮多了呢，删了1500万了呢。没有啊，这一点我就对国防部有意见。我们在委员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尽量用动的方式。就你们现在500、500、100都是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我们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你们都说很困难。那个这个废委员那个地方，他已经同意撤案，我们已经去说过了。三军的他们早都有去讲过。那就撤案就好了。哪里撤案？第几案撤案？好，115撤案。116撤案。117。哎，没有啊。有跟废委员讲过，他们三军有签。哪里有讲？拿出来啊！有签名吗？因为我们在委员会阶段哈，已经有冻结2600万。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讲过车案在哪里啊？好吧，冻不是、啊、你们乱讲吗？你打电话给费委，现在打电话。委员会啊，你们是删减金额170万，冻结8780万呢、啊。那还是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意见。啊，那洪军委员怎么突然离开了？他那边就删减，减列了1500万了呢。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委员会阶段已经冻结了2610万，那我们建议说改冻结的话，是不是100万？因为这个招募钱少的话，根本没办法去招。115跟115-1，个别的，这两个都一样，军事行政已经冻结2600万了，建议说如果是改冻，委员改冻结100万这样。没有，你们委员会冻结金额第一幕哦，第一幕已经冻结8780万哦，对，删减170万哦，对，啊，等一下，如果再加上啊，亲民党党团提出的1500万，删减预算就将近1670万哦。3000多亿，1000多万，其实不是好。如果那你们委员会这170万，要不要保留删减？我们冻结100万，要不要保留删减？保留参审170万哦。怎么样？你们可以吗？好，增加冻结好了，再讲谈这个金额好了。没有关系，我现在先处理。你这个170万，你要把它删减掉，还是要保留？删减。好，那170万就不删减了啊、哦，那改冻结10%，好不好？好，改。那你8780万，我们得删掉哦。就合并冻结10%，这样更多了哦，更多了哦。10%很多。你们总共预算多少？3000多亿就冻结18%，就300多亿呢？没不行啦，没啦，不要，没有那么多，不要啦。这个把第二幕的预算多少啦？第一幕的预算多少？37亿啦，什么3000多亿？37亿啦，不，我们是这一幕啦。哦，你拢搞高利，国防部整体预算来啦，我们一幕一幕来。我说一幕一幕来嘛。委员会为主啦，好不好？怎么样？那个我们以委员会为主、啊，委员会为主。亲民党委员不在了哈，但就是说我们跟国民党这边沟通，就是照委员会的那个通过的版本为主了。就是、好，删1170万，然后冻结8780万。没有，你们删第一幕啊，
170万，对啊，就三亿一百。阿冻结8780万，以这个版本为主啊。好，那就尊重委员会哦。那各党团在这边提案都要撤案哦。那亲民党刚才已经宣告了那三个案子哦，各500万都要再去沟通一下了，好吧？那个红军呢？哎、欸，你给请一百先。他的名字会不是我们不是白痴青菜我帮我帮我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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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万，伊是讲能不能尊重他们委员会很辛苦审议的结果？第一幕就遵照他们的删减数跟冻结数来办理啦。啊那安尼啊，所有的党团都撤案了，拜托了，嗯，对啊，拜托了，啊，都拜托村里俩啦。公道干不得啊，好了好了，拜托了，公道那好了。第一幕啦，当然我现在讲第一幕啦，我没偷假播啦，第一幕啦，这军事行政嘛，有37亿啦，啊，但是现在就是他们委员会说、啊、他们心到要死、啊、国防部都自己答应、啊、是不是可以尊重他们，这都国防委员会都坐在这里、哦、大家都像王爷公一样，真为事呀、啊！国防部都已经答应，还得今晚给我把增加500万呐、啊，好不？委员会能不能同意？不下呀，好不好？好，就增减内增加减内500万呐、啊，安尼啦，这好，好不？好，好，第一幕啦，啊，科目自行调整啦，好，其他都撤案，其他都撤案了啊、哦，那就第一幕。减内670万呐、啊，啊，冻结8780万元，然后啊，经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了，哈、哦，来第三幕，123到134，第123案撤案，第123-1撤案，124，陆军司令部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那你先等一下，那、啊、等一下哈、哦，第三幕啊、哦，委员会3-400万，冻结1亿1328万6000元，好、哦，我这把钱我恁知啊，这心理上有一个底了啊、哦，好来继续，第124案，陆军司令部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再过来。第125案，海军司令部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元。再过来。126案，陆军司令部法定编制人员待遇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再过来。127案，空军司令部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再过来。128案，空军司令部国内旅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那个。再过来。129案。你会那个通山的部分嘛？照统山就好了、啊。王爷，你会、啊？第三部没有通山。129。第129案，陆军司令部。我看嘛。经沟通后，物品费及一般事务费各改列冻结100万元。第130案，海军司令部国内旅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你会照统山的部分就好了、啊。第131案。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减列5.4%，并冻结10%。第132案，海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减列3.7%，并冻结10%。第133案，空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减列6.4%，并冻结10%。第134案，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冻结3000万元。好，完毕。这个离委员会的
删减数太多了啦啊、哦，因为委员会是删减400万，这边我算起来将近两三千万啦啊、哦。那委员会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马昭诶，你也看完了？没有增加的吧？有有有啊，增加很多、啊。我们从100来算一下啊、哦，123案是撤案嘛啊、哦，124200万来记一下，125400万600万，126200万800万，127200万1000万，128200万1200万。129100万1300万，130200万1500万。可是这是冻结，哦，这个是冻结的啊、哦，这个冻结。你看惠宏泰那个，冻结惠宏泰那个了。131啊，那个5.4%那个。对，131啊，因为我们委员会已经删减2300多万，那费委员这边提删6000多万，太多了。那个好，删、哦。委员会三四百。动一亿，动一亿，池庸也是建议冻结3000万而已啦。那能不能接受委员会？我们就以委员会啊、就是3减400万，冻结1亿1328万6000元，好的，好不好？啊，其他车案，啊，其他车案，像。赖世宝那个全部跟他撤案，他已经讲好了。好，对了，而且那个就提书面报告，一定要尊重他。啊，对了、哦，啊没有关系啊，这个你冻结本来就是要提书面报告，这一亿多的就是包括在里面了。131案、130案的问题、啊。你说赖世宝他从124、125、126，啊那个都冻结啊？对，那么涵盖在里面了、啊，那么就是涵盖在一亿里面了、啊，包进去了。要求要多做书面报告。啊，你但是要提书面报告就对了啦。哦，那赖委员的部分能不能另外增加动？因为他是哎，没有关系啊。那个来这样子嘛。又是赖世宝这样子的赖世宝委员的啊、哦，大概是增加1000。这个没多少嘛。1000多少？应该包在里面的吧。因为前面都把它拿掉，全部拿掉，不好意思。现在立环是在卖冷冻剂的。冻结边口了，冻结200万，一个400万，600万，800万，800万，1000、1200万，1200万，1300，1500啦。增加1500。他是增加，那就增加他的5万1500。那冻结，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那冻结数就1亿1328万6000元。加上1500，刚才赖世宝委那个五个案，好、哦，冻结案啊，冻结，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然后删减数400万不变，那其他撤案，好 ，OK。那国内院长，你会不会是不是照通山处理就好，不必再另外再动了？院长，那个通山又删很多了。我134案，好不好？好，来。我134案，我有提一个案子。130几。134，134有啊，你冻结3000啊。对，啊这有。那并能不能并到里面？那但是他就提书面报告给你啊。报进来了，好不好？时间可以先压一下吗？因为你们之前跟我们办公室报告到年底。下个会期，下个会期啦。不是这个，我们什么时候？那我会期一开始就要求你们拿出来。那个下会期好不好？不，就是下个会期啦，2月1号开始这个会期的，不是7月那个下会期，下会期是2月1号，你就尽快了啊、哦。好，那洪委员的就包含在这个整个冻结案里面了啊、哦，没有关系。好，那第三幕就这样处理哦。好好。确认一下，第三幕能不能整幕确认一下？整幕来，第三幕我再确认一下啊、哦。委员会的400万的减列，我们照委员会的通过的决议减列400万，没问题了啊、哦。冻结的部分，委员会冻结1亿3280万，1亿1328万6000元，那这里面啊、哦、就涵括
洪慈庸委员的3000万，他不增列了啊、哦。但曾明忠委员要求赖世宝委员已经跟国防部讲好的，总共有几个案？124、125、126、127、128、129、130七个案，总共金额多少？1000多少？1600万。那就增加这七个案1600万的冻结数，然后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安尼，安一条了，洪志庸。并列并列切了，他同意并在里面。好、哦，好，第四幕。第三五第三五到一五七，这里面144跟137两个案是通案啊、哦。来，先讲135。第135万，陆军司令部一般弹药购置与维护业务费，经沟通后减列100万元。好。第136万，空军司令部国内旅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好。第137案，并入通山办理。137案通山办理啊、哦，137案通山办理，所以就没有什么减列10万这个啊、哦。第138案，陆军司令部。设施修缮维护及管理，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好。第139案，军备局资讯服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第140案，军备局其他业务租金，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万元。第141案，军备局物品费，经沟通后减列20万元。第142案，军备局一般事务费，经沟通后减列30万元。第143案，军备局一般事务费2953万元，冻结1/5。第144案列入通山办理。第145案撤案。第146案，空军司令部水电供应经沟通后改冻结1000万元。第147案，陆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0万元。第148案，海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业务费，经沟通后减列250万元。第149案，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经沟通后改列冻结400万元。第150案，空军司令部。各型飞机装备零附件采购，较上年度增编233,461,000元，全数删除。第151案，各型飞机装备零附件采购编列，较上年度增列233,461,000元，全数冻结。第152案撤案。第153案，后勤补给资源经沟通后减列40万元。第154案，后勤及通知业务，减列6.2%，冻结10%。第155案，后勤及通知业务，减列4.9%，冻结10%。第156案，后勤及通知业务。减列6.8%，冻结10%。第157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万元。宣读完毕。好，来，我先向各国防委员会的啊、哦、来做一个理解啊、哦。144案、137案这个是通案，所以我们就依通案处理，这个没有问题啦啊、哦。好，奖补助会、委办会。都在这个里面啊、哦。那委员会，你们删减3653万2000元，而且委员会已经冻结5,4402万。你们是要依委员会通过，还是要增加刚才赖世宝委员经沟通后那一些冻结数？这个尊重。我们就增加那个赖委员的冻结数，其他就撤案，
其他不撤案，对。那其他就撤案。另外，其他不撤，其他不撤。啊，其他不撤。惠宏泰那个，惠宏泰那个不撤，那你要怎么处理？他是3.4.6，你不撤啊？那个预算减了4.6啊，不撤要怎么处理？他有三个案子、啊。我们不是啦，协商是只要大家这个目通过，其他的案子就全部都要撤，不是都不撤，不然3000多万怎么会保留到院会？不是这样子的，这曾委员来你来说。好，我就他立署了。好，谢谢谢院长，因为惠委员他从国防里面提了一些案子，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就把它拿掉了。啊，不然你保留一个来表决。除了不是只有表，我觉得来院会处理动他一部分的，比如说看看。啊，好来你看嘛，好不好？你来讲。154、155、156，国防部看看能动多少，能不能拿动？可以动，动没问题啊。可以冻结多少？因为你因为贵委员哦，从前面到现在我们都拿掉好来，没有关系。我现在来了解一下啊、哦。好嘞。第四幕我们的总经费多少？677亿。677亿。好，好来，没关系，来，你希望啊多少？来，冻结多少？那个。来，那你希望会员冻结多少？154万冻结100万，再加100万。没有了，我就什么？就不行情哎。没啦，政委。冻结了。冻结啦！154、155、156啊，各冻结2000万呢、啊。好 ，OK。金额那么大，那增加6000万啊。你都没有他，哦、你通常拿掉。可以的，好，好。要报告吗？冻结6000万，好。那赖世宝委员的呢？是要冻结还是不要？赖世宝要保起来对了嘛？50万以下不要。60万要，哎，50万的以下，有些金额很小就不要动了。好了，呵，好不好？来，那算一下啊、哦，第从135万开始，135万来算一下，来，我要来处理啊、哦，来，来哦，我念让你们处理了啊、哦，135。是赖世宝135对哈、哦，对吧？那是简历，简历不要了哈，简历不要，来136冻结200，那计算一下要增加哈、哦，200，然后137简历不要，138冻结200，300来139冻结100，140冻结30不要，141简历20不要。142减列30不要，143这个撤案，144冻结刚好50，这个要不要？啊，不要。145撤案，146冻结1000，冻结1000。好，冻结改500。146改500，好，146改500。147。冻结赖世宝冻结2000，好，那148减列250就不要了，减列不要，因为减列你们已经有了。149沟通后冻结400，好，150就删除了，这个没有意义了，好，它是全数跟人家。151撤案，152撤案，153减内。院长，150、151这些撤案没有关系，那是请他们到时候再跟委员再签。不是呢，他要提前数删除呢。要他撤案啊？撤案啊？撤案没关系，没关系的。嘿。但是请他们再去找委员签个名啊。好，委员沟通，再跟那个林德委员沟通。说明一下，说明一下。罗明彩委员跟他讲一下啊、哦，好，151，撤案，152也撤案了啊、哦，153不要啊，1542000不，2000啊，1552000，1562000，好，157，这个到哪里？157改动者100万，对，啊，这样多少？先算一下，来。3500万，然后再加那2000，总共9500万。9500万。一亿了。
9500还好，没有关系啊。动了，动了，删的没删就照委员会你们删的了，我们尊重了。增加冻结啊，没有关系啊。好，多少？9500啊？就多少？9500好，9500万，那增加9500万。好，那就变成6,3902万冻结。那删减3653万2000元，那144跟137依通案办理。好，来，现在第五幕，158到181。第158案，陆军司令部一般装备，冻结6,7703000。改列，它下面有一五八呢，它下面有改列了。改列，他把我划掉了。敌人在这里啊。那是委员自己的意见。来，第五幕我宣布一下啊、哦。第五幕哈、哦，委员会删减金额是36,08,384,000元。委员会已经冻结34,8837,000元。那第五幕，我们是不是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办理？好了。哦，这个金额字已经这么大了。所以，报告院长，我讲简单讲一下就好。没关系，您讲。158、159这边，因为其实国防部有来说明了哈，我这边不坚持了哈。好。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160我保留，然后做到院会表决，好不好？好，这样来处理。160保留。哦，啊，1581、159就不坚持，因为他们有来说明了，好不好？好，这样不妨事，好不好？好，160保留，啊，剩下就照委员会的通过。阿德赫宝，好，那其他就撤案160保留。来第六幕。181了。啊，第五幕来，你们第几案？180案这个部分哦。180案，来，等一下，我们看180案。3200的。这个有沟通过了哦。啊。这个已经有沟通过了。好，那再减列200万。对。哦。委员会，那这样就36亿，1038万。那个就是讲那个直升机的、啊，新型通用直升机的部分。好，这200万哈、哦，好，来进入到第六幕。第六幕，重新宣读一次好不好？重新宣读一下。163跟164是有跟委员协调的，我们按照那个。你们都尊重你们的。对，不是委员会的哦，就是这一次有提案委员在163跟164跟我们国防部其实有沟通过的，按照他们提案委员。163，来，等一下，几案？16几？163、164。163。164这个有沟通过的，希望也可以尊重提案委员。好，那再增加冻结2000万。对，还有164嘞。164是要删的嘞，减列200而已啦。可以吗？可以。好，那有直升机的。那个第五幕哦，就增加400啦哦。那个那减。刚才亲民党200啊，这赖世宝200就400，那然后再冻结增加2000万，就冻结35亿，834,700,000元，安尼对不对？好。好嘞，有没有问题？好，院长，我这一幕用161跟169有两案保留表决，好不好？16几？161跟169。哎、欸，啊、你刚才不是有保留160了？160。啊，你们要不要同一个案子、同一幕呢？你们是同一幕，要不要选择？一个是直升机的，一个是潜龙。你是了160还有多少？169。160跟169，对，等一下，我看169。一个是主决议，一个是
一六九，他这个全数删，全数删除，全数删除不要表，不要表。好，一六九，我们就表决一六一六零跟一六九保留。院长呢？我在我把一六九不要，一六九他是一六九不要，来要哪里？我拿这种。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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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七零，院长，好，一六零一七零，好，那第六目就保留一六零跟一七零，好，哎，第五目一六零跟一七零，那三减三十六亿1238万4000元，加四百了哈。那冻结增加两千，冻结增加2000万了啊，这样对不对？对了哈，好，然后剩下都尊重委员会中心主义嘛啊。好，可以。好，那我们这个就做刚才的宣告都清楚啊。好，来进入第六目182。182案撤案。第183案，国防部资通电军指挥部网路战勤务加计。等一下再讲啊，减列1/5，计688万元。来，再来。第184案，国防部资通电军指挥部网路战勤务加计，冻结1/5。再来。第185案，奖补助费，3/1000万元。这只有四案了啊，这个要不要尊重委员会？就是3/100万，冻结1050万，送哈，就尊重委员会。国安委员会最努力在省预算，所以我们最尊重了。马昭伟真的很辛苦。好。院长说了算哈。好，那我们第六、那個、院长，我保留一条表决。来哪一条？你没跟发表了啦。Megan， 一多少？好，保留184。只要最后哦，表决案太多要抽一些了。好，第十三目来。我要的你都给我就好了。第十三目来。186。环保业务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来改列冻结200万，这个在委员是没有，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好，同意。那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哦，提书面报告冻结200万。来主决议187有没有问题？照案通过。哎，你们要看好，不要喊太快呢哈。187有没有问题？好，188。这人我用照案通过。等一下，照案啊。张海鑫每次都写很多，蚊子里面有没有陷阱啊？你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冒苍蝇蚊子啊？什么都要看看啊。不要害怕。189。跟马英九没有关系的。民调师，马英九没有。190。照案通过。191。照案通过。你们自己要喊照案通过，不是我来喊。192撤案。193。修正后通过，好，修正后通过啊，193、194撤案，195修正后通过，好，那个周成这边没问题了啊，好，196修正后通过，197撤案，198照案通过。199撤案，200修正后通过，201照案通过，202，是在哪一次？在这一幕吗？对，但是已经进入到决议了，这边没有，这边没有。我们印象签名要给他们。第几行？倒数第一行。
以色列。好，以色列，如美国、以色列这样。以色列没有，以色列坏掉。以色列没有，美国有啊，以色列没有。啊，剩下就可以，只要划掉以色列就可以。欢迎告，欢迎告，好了。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哦。好，那修正通过203。通过。204。哦，这样讲。204是这样子。哦，好，203。好，结束了。那国安部所属204是什么？那国安局的。国安局。好，那国安部你们。那个院长，我有一个附带意见，来，我加一个主决议，就是要求国防部近来退役军人反映国军五指山公墓管理缺失，周遭环境有待改善，相关管理单位应该立即改善周遭的环境，以凸显国军公墓的庄严形象。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应该还好。我方案都丢了，好了，大家好不好？部长看一下，可以，我们就通过。好，不进行解散了。好，还有什么？还有国安局。好，部长，谢谢。好，不进行解散。好。部队各自带开。好。我看一下。太近了。国安局侨委会退委会。看一下啦，那边紧啊，那个公墓而已，公墓环境改善就好。啊，你甲批了，甲通过来，我先通过好。蓝色、红色杯子也好。好 ，OK。不必啦，咱都下去了，你个下去了。今天还是要休困啊，无啦，好了啦，好了到休困啦，从国安局。院长，国安局。来旁听啦，来签落去啦。这边有几个案子的。给咱打开旁听。啊，来那个国安局呢？这些是像最来哎，来进来，国啊您，好来。国安局。来，赶快。国安局第几案呢、啊？国安局没有几个提案呢、啊，来，我们赶快处理。国安局是。好，来那个陈副局长来204。局长到了。哦，局长蔡，哎，局长在哪里？哦，彭局长啊，彭局长来，陈副局长来。好，来，我们进行国安局啊、哦，税出部分204，来说明一下。第二幕管理块。啊。204到208。204哎。第二幕。第二幕行政管理啊，204到208来。第204案业务费，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000元。204，等一下，204改列冻结300,000，提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好，可以。205，通案，205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啊。205是通案，依通案处理。206，第206案经沟通后改列为主决议。改主决议啊，院秀文 ，OK 吧？啊，好，那这个改主决议就没有问题吧？好。207经沟通后改列主决议。好，这个没有问题。好，208。208经沟通后减列100,000元。好，宣读完毕。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减列100,000的，但是你们在委员会跟人家冻结，一个是300,000，一个是冻结680,000，那你这个要加进去吗？好，那这样就100。我补充一下就好。院长，对不起，因为亲民党在外交委员会并没有委员在边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尊重亲民党的立场。所以增加100，但是那个蒋乃馨那个三第二零四三多少？嗯。哦，冻结300，那还好啦。好，那这样子哦。哦，冻结30，那还好啦。啊，我看一下。冻结多少？300,000啊、哦，可以来。那啊、国安局的第二幕行政管理啊、哦，增加100,000就变300,000啊、哦，减列了啊、哦。那冻结30就变成710,000，好、哦，
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好来，第二目情报教育训练，209-210，第209案经沟通后撤案。好，撤案，来再来。第210案情报教育训练，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000元。宣读完毕。好，那第二目情报教育训练委员会的100万，我们就尊重，增加冻结300,000。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好，委员会100万我们就保留了啊，尊重，因为你们那么认真。那第二目情报建筑及设备214案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来，211案，情报建筑及设备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0,000元。好，冻结300,000，来，那还有212案经沟通后撤案，宣读完毕。好，那这个就是增加冻结300,000，就变成冻结230,000元，就是包括委员会经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来，国安局215，就是国安局局本部的215，215是并入通山办理，215是通山，216那个撤案。哦，这个撤案，216撤案，那215通山处理。对，来主决议213，主决议213，那刚才那个已经通过了啦，连续委员的那个已经通过了。217有没有问题？文字修正，经文字修正，念一下吧，有一条。很那个很长，那个念那个修正那里就好。修正的那一条，来来，修正那里，要国安局，你3个月那个划掉了啊、哦，就是后面那个划掉嘛啊、哦，提书面报告了啊、哦，这样就改后面那个划掉，改提书面报告这样子，修正这样对不对？好，那就修正通过。然后218文字修正也是经文字修正通过后，在后最后面哦提出书面报告，就修正文字，这个有跟蒋委都沟通过哦。好，有签名了，有了，蒋委有签名，然后修正通过219也是最后修正通过220哎，修正通过21文字修正后通过啊、哦，这都没有问题哦。有问题你们要自己提出来哦，好、哦，因为我在练是蛮快的哦。222也是修正后通过，223修正后通过，24修正后通过，书面报告啊，就是啊，就是修正提书面报告后通过，然后25也是有修正通过，文字修正后可以接受哈。好，226也是文字修正，文字修正后通过哈。文字修正在什么地方？在后面。225嘞，来，你赶紧讲。院长，我们还是有修正画那个黄线，黄线那个嘛，稍微还是要念一下。原要求国安局应尽速完成预算计类相关法制规范修订，是这样子吗？对，这原来文字这样，文字修正不修正这里，修正过了。没有，本来就是长这样啊。是本来就这个样子，还是这个已经修正过了？修正过了。这修正过了。有编列单位预算，后来我们改成做文字的修正。修正过了。修正过了。对，那是过来的。好，那国安局就结束。我们现在换侨委会，谢谢啊。哦，你们的最快10分钟而已。有去沟通了，不错了。这是做改进的。到说有沟通跟没沟通的重要性，要改进了，所以院长以后还是要多沟通。没有，你看我都请他们去沟通。预算提出来，其实就是希望在政策面有机会多沟通。都有两党要沟通了。对，院长，那另外就是说撤案的同仁，因为我们帮他做决定，还是请他们去拿给他正本，稍微签个名。哇，他们个别找不到位，我们上次讲不到位。
学生党们要党团拜托。对，我们在这边负责没问题，后面还没审的部分哈，尽量请他们还尽量赶快再去多沟通。好，可以测的就尽量测，或者是主决议的，好不好？那个主计长，下午开始的几个部会，还有明天后天的啊，赶快再找委员，能够测就测，尽量找啊，因为其实大家都蛮顺的嘛，啊。这一次各党团也都很理性，而且很用心的在这边审查，所以该撤就撤啊！来，现在侨委会就再去敲门了，好不好？第二幕来，侨委会第二幕，第一幕，第一幕，哦，二二七来，二七，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万元，宣读完毕。可以啊、哦，是可以。好，二八二，等一下，228是第二幕，第一幕，好、哦，就冻结10%，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哦，尊重，来，尊重，第二幕228，228就是冻结10%，是，好、哦，提书面后使得动之，但是啊、哦，来。我们全部看啊，229，经沟通后改列冻结30万元，真的改冻结30万，那这边在一个冻结10%，没紧，这个30万啊，这个冻结10%，但委员会已经有冻结350万了，并经济好了，要加还是你啊？哪紧啊？那你冻结10%这个嘞？干脆哦，能不能这样子？就好了，奇迹大嘛。这个我们就全部冻结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啦。这个350万就含在内了，好不好？好。来，没关系，你看这个数字不大了，但是委员会冻结350。我们冻结50%，就1386万了呢，可以的吧？可以的。协商过是不是就照案通过、啊？那个？没，就是照我们现在院长才是这个数字通过。对。我问一下侨委会啊，就是我对于预算没有意见，等一下也尊重院长最后的。非常佩服。一百都没照。那个，你们现在在外面的那个，在国外，特别是有几个外侨的，类似像活动中心这样的场地是文教中心。你们叫文教中心。文教中心。对。你们现在使用办法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登记使用，付费就可以使用，有没有排除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对了。我们唯一限制的就是说，我们政党政治性的，我们尽量。什么叫做政治性？政党跟选举有关的活动，我们就避免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一视同仁，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没关系，我的建议哈，如果有这样的规定，要及早让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了，都有规定。对，但是其实在国外没有选举啦，是，在国外没有所谓的政治性的选举，又不是哪一天要投票，但是有时候是政党的活动或生日或去，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一切按照规定来，但是如果过去别人用什么样的形式，那我觉得要及早去做一些沟通，不要临时给人家喊咖，对，临时给人家喊咖。这样处理事情其实原则不好，我觉得你们只要有规定就按照规定来，是，但是不要临时去做一个这样的处理，这样对于很多观众或侨民其实来，我觉得在使用上也不便，是，那也要及早让人家因应知道，好，好不好？好，谢谢。这样子啊、哦，我跟各位委员啊做一个说明啊、哦，第二幕的总经费才1386万，那我们这边委员会就跟人家冻结350万。我们能不能改变冻结10%？啊，不然就我们这边就不要再冻结。你这样冻结就超过50%了呢。你一个单位跟人家冻结50%，350就已经3/3了呢。就比照啦。照委员会好不好？照委员会。就冻结350啊，其他撤案、啊。院长，因为。院长，因为那时候是我主席啦，我想说也拜托，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文君啊，大家都在嘛，我想就按照委员会的决议处理就好。好，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通知。这个问题啊，这好不好？要其他撤案了啊、哦。
来第四幕，230。第230案，经沟通后改为主决议。好，那就改主决议没有问题哈。啊，我们尊重。好，那就通过。来第七幕，第231案，经沟通后改减列50万。第232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再来。第233案，经沟通后同意撤案。好，233撤案啊，234的。第234案，经沟通后，改减列100万元。那你现在变成要减列150万，你这边委员会没有减列啦哦。这边要减列150万，对啊，这里 OK 好，减150万，对、啊。那冻结的部分增加200万，是这样子吗？对，哈？哦，232是通案。231是建筑的。哦，231是建筑的，231建筑，所以他减列50万，这个我们就改这纳入通案。231是通案的啊。哦这个通案未来要把它整理一下，231是通案啦啊、哦，那232案沟通后，你们可以冻结，增加冻结200万，好、哦，好，这个同意了啊、哦，增加冻结200万，那233撤案，234减列，我看减列不要啦，减列不要啦，撤，我们已经撤啦，好、哦，撤，谢谢。啊，谢谢，撤案234，好，他什么保留？234哦，234是减列100万哦。啊，我的工减列不要吗？院长在拜托不要减列。我是讲你给他冻结，不要紧，不要跟他减列啦。关掉一下吧。这个已经有沟通过啦。有沟通过。啊，沟通后他们不晓得这个还要加呢，加委员会，委员会。他们同意这样做喽。好嘛，安娜丽娜娜，会使未？如果能够变成冻结是最好的，都已经沟通好了，你就不要再变了。那個哦、我讲一下这个文字，哦，金长这个提案哈，要、哦、本来是要冻结1亿嘛，哈、哦。我们233都已经撤了。等一下，我讲一下，代财产法人海外信保基金哈、哦，承做保证业务增加3个新南向国家，这个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划掉呢？他撤案呢、啊？不，没有234。234他被修正过，这些把这些删掉，为什么要删掉呢？这个对我们政策是好的啊。这233这个跟亲民党团这边234啊，234，我们现在在讲234，是是。减掉100是先放旁边的、啊，这文字为什么要删掉呢？本来是冻结1亿吧，他叫你要去做，还要新保基金增加新南向，这符合政策啊。这好事啊，这配合政策是好事啊。没有，这文字为什么要删掉？但是因为亲民党团，他们希望删减100万。没有，他本来冻结你1亿，对不对？对。那、啊、你去跟他商量，对。对。然后把冻结1亿划掉，对。你顺便把底下文字一起划掉，他底下文字是好的啊。嗯。应该是。我们南向政策有。总召的意思是说，我们建议啦，删减100万元是你们私底下已经等一下再谈。但是呢，代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承做保证业务增加新南向国家承做金额增加多少，这几个字应该要保留，因为这是配合政策，也是好事，也是未来的方向。那如果文字不应该删掉，如果按照柯总召的意思也可以啊。对啊，按照你的意思也可以啊。不啦，总召应该想念用。本来这个是前提要解冻的前提嘛，增加嘛，他现在直接删掉之后就没有所谓前提不前提了，就，解冻条件啦，本来是解冻。不是，我这个反而变成解冻了，还解冻解啦。没有，你改删100也罢了，冻结5%、10%也罢，这些文字为什么要拿掉呢？昨天高进书没在这里，一直说不可以，可是他们是同一个都亲民党啊，这本来就是我们南向政策要做的啊。嗯。不拿掉，不拿掉，我们也没意见啊。你最没可，而且这个不是你的业务，要讲清楚。
倒地喜欢做。这是经济部的 A 股还是谁的 A 股？你来说明一下。跟主席报告，这个当时在协商的时候，因为那个亲民党团呢，他希望我们能够扩增那个举办那个承办的地区，但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信保基金是对我们的海外的台商啊在融资，那在若干的地区，像譬如说，那些地区台商很少的地方的话就，就我们的对象就不多的话，要拓展那个业务就不容易，所以经过跟亲民党协商以后啊，就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置，这样子。以上报告。这有一些国家哦，跟主席报告，有些国家像什么巴基斯坦啊、不丹啊、尼泊尔、斯里兰卡这边几乎没有台商，所以海外信保几乎没办法去做那个地方的业务。那增加三个据点嘛，三个国家嘛，对，那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台商，完全没有空间再增加。对对对，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能够去的国家大概都已经选定，而且都有沟通过，而且大概都有接触啦。啊，你要增加三个，要他搞不好连一个都生不出来哦。你按那个做，企图心啊，不啦，都企图心啦。好了，就减了100万啦，尊重了哦。好，那第七幕就减了150万，那委员会冻结的部分增加200万，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哈。好，来第八幕235，第235案。经沟通后改列主决议，改列主决议没有问题哈。好，那就照案通过。修正后照案通过。第九目236、237、236。第236案经同意后改列冻结50万元。237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万元。好，那你这一个已经冻结6115万7000元，加100万就6215万元哦。好。好，那提书面报告后，好、哦，使得动之。尊重。来，主决议230，刚才已经通过了啦，哦，243也通过了啊。243，来看一下243的主决议。230刚才已经改主决议的通过了。230上面回，你讲侨委会打压中国国民党美西党部，建议国民党这个案子是不是不要用主决议啊？不好看。他有修正文字有没有？政府机关，你把政党的事情写上去，就是243了，不要搞了。是243，他们同意了。修正来没关系，我们文字做修正哈。修正一下啦，修正。对，院长，文字做一下修正，我到时候再送上来。好，好，那230先保留了哈，啊，你们修正再保留。230保留了哈，等一下，可是这个主决议我们怎么会答应呢？230，他刚才是说改成主决议，然后这个文字刚保留了，啊，来修正了啊 ，OK。要修正啦，没有啦，对政党形象也不好啦。230先保留啊，修正文字后，然后再看看啊。还有什么？这是我们答应。然后243。243有没有问题？张委报告，跟主席报告，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来努力。不是的，你不是努力，他侨委会援你改善，他是要你来做专案报告呢。是是是，我们可以做专案报告。好，那这个就照案通过。好，侨委会，好，结束，退伍会，好好。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委员。好。哦。来啊来。哈？哪里？239在哪里？那个就照委员会啊，照委员会的，刚才有宣告的都照委员会，
造委员会，然后增加一个100万的冻结啦，刚才都练过了，造委员会。有尊重委员会的审议啦。退伍会啊，哎、欸，来李主委，我们来处理啊、李主委的预算啊，来第一幕，第一幕244。经沟通后改列冻结1000万元，审理完毕，可以接受吗？好，啊，等一下哦，来，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28，那个委员会在第一幕哦，已经冻结1000万了哦。你已经被冻结，如果这个再加进去，就冻结2000万哦。我事先要跟你讲清楚，讲清楚哦。我们尊重。好，那就增加1000万啊，然后提书面报告就好了哈。好，来第二幕245、246。第245案，水电费增列经费。359000元，应予减列。这不要好不好？246，通讯费增列经费，18万元，应予减列。买啦，那个委员会啊，就你要买啦。委员会245、246是已经删减50万，然后冻结15万的，我们尊重委员会啦。啊，燕秀委员，呵，那两个就撤案，好，尊重委员会。一委员会，好，再去跟黄昭炫。你看，拢小事啊。来第四幕，247。第247案，水电费增列经费79万5000元，应予减列。那不要了，好不好？248案经沟通后同意撤案。28撤案。那个研究委员247啊，撤案了、啊，水电费那个哦，啊。而且委员会已经跟他简略。没关系，这个通案的时候，水电我们有机会再讨论。水电没有通案呢，水电没有通案。没关系，这后面再来讨论，因为那个好不要，水电规则嘛那。没有，不是。这个预算我没有意见，可以先撤。好，先撤了。那个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五幕，249是通案了哦，249通案，所以这个我们就以通案处理。然后250，经沟通后改列冻结200万元。好，可以了。好，那本来就冻结6250万哦，那增加200万啊、哦。好，来第251案，经沟通后减列100万元。251，亲民党啊，但是在委内已经减列100万了哦。同意，好，那就同意了，那就。啊，减列200万，然后再增加委员会的再增加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冻结。好，主委，我虽然同意，就是只是在增加冻200万哦，但是我的原意其实是我们现在在退辅会底下有很多转投资事业，哦，那我觉得长期我们政府都在推劳工董事这件事情。如何去落实让劳工董事在董事会里面有足够的声量去保障劳工应该有的一些权益，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是要持续努力的，要不然的话劳动部就不要去推劳工董事这件事情。既然这件事情是政府包括劳动部都在长期支持也在推动的，那我们更应该从我们自己的转投资事业开始做起，特别是您底下有新兴客运，这些也都是运输业，那如何在运输业的过程当中劳资协商未来排班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长期我们现在在讨论劳基法修法后续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减少劳资纠纷有一定的有劳工董事的比例在里头，我们好好落实的话，我觉得未来在整体劳基法修法之后，在客运业有机会，我觉得未来劳资之间的沟通才有机会顺畅，所以拜托您这件事情赶紧去落实，这也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了解委员的用心，我们会朝这个方向一直在努力。谢谢院长，我也要提醒主委，
这个荣民工程公司，我知道现在已经在清理了啊，意思说就是在破产了，现在只为了旧有的既有的员工哦，要照顾他们的权益哦。但是呢，我之前也协调过哈，之前被你们解聘的一些工班，因为呢，荣民工程公司过去在你们扶持之下，他承包了很多的公共工程，而有在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工班，工人的工。那些工班的这些老员工帮你们打拼，完成了那么多的国家的公共建设哦，这个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你们过去都是让他们来拍关系，来拍关系，你来割我，你来割我，让那些弱势的劳工、工班的劳工一直跟你们打官司，打到赢，你们都还不赔偿人家。后来虽然最后的最后有圆满了哦，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了哦，这个劳工的权益我们一定要维护。那你过去这些工班，我觉得你们要再去盘点跟盘整哦。现在既有的员工你们在照顾，为了他们的权益，我全力支持。但是过去的那些在全台湾从南到北，甚至在东部地区也有你们的工班，你们那些工班的劳工过去的一个解雇的情况到底合不合法，需不需要再维护他们的权益？我觉得即使他荣民工程公司现在清理了，那还是要把过去的工班那些劳工的权益，我觉得应该要依法办理，好不好？提醒，因为你们还有很多的转投资公司，包括新兴科运，包括很多全台湾很多的天然气瓦斯公司，这些劳工的权益真的是我们要政府单位自己要依法了，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进行第六幕。院长不好意思，刚刚提到那个荣工的部分，因为其实都已经要宣告破产要解散了，所以有些职我们要照顾劳工，可是有些职务已经不需要，比如说还有很多副总我们还在聘请，那个都还要领一二十万的薪资，本来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考量一下。这个委员的意见啊，请李主委回去再做整体的了解。这个荣工处既然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属于退伍会，我们还是要面对的。好，这个责无旁贷了哈。是的，我们尊重。好，来第六幕，252。第252案，经沟通后改列冻结500万元。第253案。等一下，252哈是奖补助案，我们这个通案处理啊，哦，这个好，哦，通案了啊，哦，所以就没有减列500万了啊，哦，通案冻结了，就是什么通山呐，啊，他现在冻结，但是这是统山的，所以我们就统山处理啊，252是统就通案处理的，是第253案，社区医疗服务编列经费冻结1/5。253冻结1/5，然后再来。第254案，荣民养护公务预算病床转型护理之家，冻结189万。255案，1890万呢，欸？你要看好哦，它是万元当单位，不是千呢，欸。是。还是燕秀伟，你那边可能写错了。全数冻结呢，欸？对，我那样念错。没有了，没有了。255案。荣民医疗照护，别紧，等下看，等下我看，我255给念一下，没有，那是冻结数啦，哎，来，好，第255案，荣民医疗照护删除2000万元，另冻结1/5，宣读完毕。这个委员会啊，已经减略500万，冻结2200万，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通案，那253、254、255大概是招顺委员跟燕秀委员的提案，啊，您有什么看法？叫委员会啊。我先了解一下，现在委员会冻结数是多少？2200万，啊，删减500万了。可以尊重委员会，但是院长可不可以提一个专报，针对于后续？好不好？你这个冻结，你要提专案报告。好，那提专案报告啊，可不可以？尊重委员会，但是提专案报告好不好？好提，啊，前面的都书面，这一案就提专案报告。第六幕的部分可以吗？来第八幕，哎，还你，对不起，还有一个256，256，第八幕啊，第八幕啊，就好啊，我错一条，你看我偌重视你，你看第256案，
不，经同意后，经沟通后同意撤案，宣读完毕。撤案，撤案，好。好，撤案啊、哦！谢谢您哦，你对哦，这个周成对退伍会特别好。退伍会的再来赖世宝这个撤案，惠宏泰也撤案。好，来二五九主决议，二五九来李主委二五九修正文字后啊，可以支持吗？要看得好呢，他不要里面很多陷阱哦。采购哦，对呀，那个。他要说明话，要怎么采购？这个三个月内哦，我们改成下会期好不好？好，因为三个月我怕你，因为我们一、二月、三月哦，恐怕你时间会很赶。好，然后我们改下会期，你的时间会下会期啊，因为下会期内。好，然后260文字修正。之后可以接受吗？好，那 要看清楚呢，要采购率要达八成呢，两年内应以两年内将一体系为采集中采购率达到八成，有没有问题？是可以，没有问题。好，那261文字修正可以吗？好，文字修正同意。那我们的退伍会就结束，国防及外交委员会告一段落，下午1:30开会。癌症。啊、哦，下午一点半啊、哦，我们让大家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阿德，因这边你开啊，要1:30。